Hello, mình là Kylie và đi. Hai cái hôm mà. Tớ mận background music là thổ hồ bác xe, hồi gì mà. Hậu thật xin, ở cái đi lên mình này, ở cái đi mổ sân, ở cái đi xa tổ khổ, ở cái đi en sân, ở cái đi xíu hộ, ở cái đi phê lắm, ở cái đi xa yếu. Hello. Một thời đình sản, phi sản là hậu quả. Các vị, nhiều người, không phải nhiều người, các vị, rất chuẩn bị đến, sếp thằng của các vị, rất chuẩn bị đến, cảm động à, cảm động à, một thời đình sản, các vị ăn xong rồi gì à? Tôi đợi thêm một trận nữa, xem có gì, các vị biết rồi, 9:30 thằng rất sớm cơ mà, tôi đợi thêm xem có gì, có gì các bạn cần phải vào đây à, tôi đánh đánh hôm nay. 做咩先啊？我哋今日咧嚟呢个嘅，恋爱预备班啊！嗱，你哋我欢迎大家可以嚟买嘢食入嚟，一路上堂食，系直接系自助餐啊！开心啊！开心啊！食。吃饱未啊？吃够未啊？麻婆豆腐，揸紧车翻，揸紧车翻工系咪？而家呢个时间应该系咪啊？我突然间醒起咧，我琴日咧铺咗食烧肉啊嘛，即系我去咗食烧肉啦。跟住嗰间嘢咧，有啲即系点讲咧，冇咩胃口，口袋好少嘢啊？点解嘅？系，跟住我琴日去食嗰间烧肉咧，咁佢其实我都唔明 Sally 知佢有冇限时啊，咁我哋当佢有限时啦，咁啊九十分钟咁样啦，顶尽。咁跟住之后咧，其实点形容咧？我觉得佢咁做又唔系话唔合理，但系又真系好奇怪，即系嗰个又唔叫奇怪嘅，好浪费咯。就系咧，咁佢就咁佢就话啊，佢就同我哋讲话啊，催我哋埋单啊，咁即系话差唔多。佢话啊，唔系，佢话啊，你哋买咗单张单先啊，咁样冇咩胃口，食好少嘢。咁点解你今日会走咗食自助餐嘅？天哦，吓、啊，竟然系唔哦，因为唔中意食生冷嘢啊。哦，我反而天后一热，我就冇想食冻嘢咯。吓、啊，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嗰间餐厅咧就叫我哋买咗单先啦。咁我哋买咗单先啦。咁买单之后咧就已经唔可以再点嘢食噶啦。咁 OK 啦。咁跟住隔咗一阵之后咧，咁佢啲嘢上齐晒啦。我谂上齐晒之后，等都十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到啦。跟住佢哋就跟住嗰个职员，咁我哋台上面仲有好多嘢食嘅，我哋食得晒嘅。咁仲有好多嘢食啦。跟住个职员就同我哋讲话：，你哋咧烧埋咧，而家嗰一盘咧，咁你哋就走啦，咁样啦。跟住我哋就话啦，吓。仲有好多嘢未食喎，咁即佢哋话吓咁样好浪费喎，跟住佢哋就话，但系你都要烧完批埋呢盘就走啦咁样咯。我加啲衫去嘛 ，hello， 公司聚餐冇得唔去，好惨啊咁样。系啦，跟住之后咧，跟住之后我哋就话啦，咁我因为我哋烧埋晒而家，即系我唔系我哋系话我哋咧烧埋，即系点讲咧？我哋食晒台上面啲嘢，我哋就走啦，系我哋嗱嗱声烧埋佢咁样咯。跟住之后佢话哦好啦，我帮你问下啦。跟住佢问完之后就话哦好啦，我俾多十五分钟你哋啦。跟住我哋就将所有肉抌晒落去炒咯，好似嗰啲一品煲，好似炒烧肉咁样，一夜抌晒所有嚟落去炒，亦都已经唔系煎，系直接炒。但系佢间餐厅唔系冇位噶，系好多位噶。即系我明啊，你够时间系要走系要明，咁但系个问题我又觉得你一系就唔俾我哋 order 嘢咯，即系你唔好话接单嘅时候就仲俾我哋 order， 应该系一早就接我哋单，等我哋食晒嘢，而唔系等我哋点完个 lock 嘢之后，然后就话、哦、好啦，你哋走啦咁样。咁我觉得系浪费食物喎，即系而家系咪我个问题啊？唔知道，劲神奇，食得好急，我唔中意咁。系啊系啊系、啊，食得都几急噶。佢系嚟真系即系又咪叫赶你走嘅，佢系已经不停咁上甜品俾你咯。好啦好啦，走啦走啦咁样。上甜品啊，咁样啦。哎呀哎呀哎呀，好啦，我哋差唔多啦。好，我哋今日呢个恋爱预备班，我介意咯咯咯。问系佢安排得都系少少唔好嘅。原本系有几耐可以食，其实我冇 exactly 睇嗰个资料，我谂预90分钟啩。
但佢餐厅好空噶，你预得三分一，即系成个餐厅嘅 area 得三分一系有人噶，三分二都系冇人，系吉嘅啲台。好，所以点讲咧？系即系我会觉得嘅系，如果系咁咧，我就宁愿去嗰九十分钟，佢净系用一个钟嘅时间俾我哋 order 嘢食，跟住之后咧，你最尾嗰半个钟咧就已经系 cut down 啦。就唔俾我哋 order， 我哋烧埋啲嘢咯，而唔系你咁样赶，即系我哋嗌晒所有嘢食，然后我谂我哋嗌完嘢食之后，嗰度都仲有四五碟嘢咯，跟住佢哋就话好啦，你烧完呢盘，即系而家个炉上面嘅嘢，跟住就走啦咁样，即系佢宁愿浪费嘢食，系好浪费啊！我觉得呢件事好浪费，好浪费啊！好啦，咁咧我哋而家可以。开始啦，好啦，因为咧，我哋今日咧，我哋讲下今日做咩事，跟住我哋先讲讲今日嘅流程啊。好，我哋今日讲恋爱预备班。哎呀，恋爱预备班咧，大家期望金堂嚟学，期望金堂讲咩？我劲想问下大家，大家期望金堂讲咩咧？嘿，我哋咧介绍咗个人先。系啦，我哋今日咧最主要咧，嗰啲点点冇晒，唔紧要啦。喂，得系啦，我哋今日咧系期望使去俗世，俗世嘅欲望，即系呢个唔系恋爱预备班，呢个系成佛预备班。施主，抛弃你对尘世嘅一切俗念，逃离呢个烦嚣，系啦，唔好再望尘世间嘅任何嘅情情怨怨啊！吓，抛开一切，咁咧道理性先啊，系咪咁样？笑咗好嗱，我咧我哋谂咗好耐，究竟咧经过我哋上次啦，連續咧有笑死，俾咩話我唔記得，我唔記得嗰個人形容係咩三部曲啊！冇期望，純粹想聽書，等我陣先，等我陣先，嗰、那個係咩話？哦、oh, ，sorry， 佢被稱為《放沉船》三部曲啊，由呢個有毒關係啦，跟住落到呢個係冰仔冰女做冰嘅心路歷程啦，同埋再落到去嗰個男神女神啊。被称为呢个防沉船三部曲之后咧，我有谂过啊，咁大家之后应该要同大家倾乜嘢咧？发觉大家好想要好多嘅，好期望呢个投入爱恋啊！我想唱 Twins 嗰首歌，点但我唔记得咗，系咪明爱死啦？明爱暗恋补习社死啦，我唔记得咗添，算我哋继续。好啦，我发现大家咧，嗱我哋啲观众咧。争好远噶，唔系真系唔系争好远啦。想拍拖系想拍拖，想成为佛系嘅就直接想成为佛系啊，非常良好，大家好啦，会好啦，咁咧讲到拍拖，大家首先要揾个对象先啊嘛，系咪？即系大家要揾对象啊嘛，啊你冇对象拍咩拖啫？啱啱好啦，咁我哋就会问你啦，喺揾对象之前。你的对象 ，sorry， 你的对象嘅准则同基本系边度嚟噶？你嘅准则系嚟自大家俾你啊，定系你自己俾自己嘅？即系你长辈灌输俾你嘅一啲概念啦、啊，你嘅朋友之间俾你嘅一个标准啦、啊，究竟系边度嚟嘅咧？我介意呢事 ，Hello，How was your day？系啦，咁究竟系点样谂出嚟嘅？你哋come up 呢一样嘢咧？系啦，咁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一派嘅理论咧，就系话咧你 list 啦，你 list 得几多咧？得几多？你要写晒出嚟啊！你将你嘅条件写晒出嚟，咁就 OK 噶啦，冇问题，即系唔系 OK 冇问题 ，list 晒出嚟就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系啦，我嗰时有听过噶，呢样嘢系去求黄大仙咯，系啊，自己俾自己觉得自己乜嘢适合自己，非常良好。系啦，呢、這个咁好啦，咁所以咧，还原我哋咧
知道有啲咩系适合自己。好啦，我哋再褪后一步啦，我哋点样先知道乜嘢嘅人适合自己呢？啊，突然间谂，点样嘅人先适合你？生得靓仔、靓女，要温柔体贴，要有才华嘅，啊，要长头发、短头发，性格好嘅，究竟咩先叫适合你？你有冇谂过咩叫适合？好啦，跟住我哋再退下一步，我哋不停咁退下一步啊！我哋再退下一步谂，你喺拍拖之前究竟有冇谂过？喺 sorry， 应该咁讲，我好中意嗰句嘢，嗰句嘢喺网上睇翻嚟噶。嗰句嘢就系话喺搞掂爱情之前，你搞得掂你自己未？你搞得掂你自己未？系啦，你哋想要嘅嗰啲嘢，究竟系咪真系适合你？你系咪真系认识你自己先？好，边个觉得边个同学仔觉得自己认识自己？举手。好，等摩利搜索个人头先，因为我好清楚知道边一种搞掂自己好难、啊。因为睇先啦，因为好清楚知道自己边种人。自己一定不喜欢，所以我找回相反的人。哦，啱嘅啱嘅，这个都是其中一样东西，我成日都不抗拒，我成日都不抗拒大家、我成日都觉得你们不一定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人，你可以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人。是啦，哎，犀利哦，零色，蛤？零色，未，我未搞定自己，因为我会去裁了自己先搞定自己。什么裁字先啊？我会觉得是才智先再搞定自己，什么来的这个是。好了，基于这样的问题呢，那呢、我想问下你，那呢这个呢，今次呢的活动呢是我是需要大家回答的， OK， 大家是有财富自由。哦， OK, 好。好了，那呢有刀就是搞定自己。停啊！停止啊！搞掂自己，仲同紧屋企人住，叫唔叫搞掂自己 ？OK， 好啦，咁我哋倾下咩叫搞掂自己，或者你了唔了解你自己？好啦，今日咧系有功课嘅，系啦。咁如果你上堂咧，嗰份功课咧，嗰份堂课系未做晒嘅咧，麻烦咧你哋就落堂之后先交翻嗰份功课俾我。OK， 好啦，咁大家嗰份功课咧，你哋想公开啊，喺个 chat 度打，定系你哋想私下？打俾我咧，因为咧我唔知道你哋见唔见到啦。其实 chat room 咧个顶头嗰度咧已经 pin 咗一个一条 Google 嘅 form 嘅 link 啦。So people, there is always an easy way。always an easy way， 难爆啊嘛！哇，同学你已经打开咗你嘅，同学你已经打好，我已经填咗。已经填了，同学你咁快打开咗本堂课啦，我哋会一起做嗰度，咁快俾人发现咗，同学我哋会一起做啊，同学已经填了，咁快，发生咩事啊？我睇下先，系咪真系有人教咗啦？吓，劲快喎！我想说呢是20条啦，那里只有5条啫， OK， 我们以为之前问句不要紧，同学乖，你非常厉害。那我们接下来呢做的呢是要将会是20条啦，那我拆开了5条，我们可以慢慢做，因为我们会是一起做的， OK， 魔女看完之后有稍微想过，但我真的确实这样打出来。系啦，咁我要解释下先。咁今日呢廿条问题系边个谂嘅咧？就我打出嚟嗰个啦，佢就叫尼尔克拉克华伦。吓，有方言。如果你唔想填方嘅话，你可以就咁打喺 chat 都得嘅。系咪 DC？ 唔系，就咁喺 chat room pin 咗 chat room。系啦，你想你可以喺嗰度打。如果你哋唔想，觉得好麻烦，你直接打喺 chat room 都可以。系啦，佢系一个咩人咧？佢系一个美国嘅。专门研究单身和择偶问题的林知名临床心理学家来的， OK， 很 specific， 只是研究单身和择偶问题。
咁佢曾经出过一本书啦，叫做《两次约会见真章》嘅。咁佢觉得咧，25岁，当一个人超过25岁先叫系成熟。咁于是佢就设计咗咧呢20条问题咧，令到我哋更加了解自己。系啦，呢20条问题咧，我事先已经睇过啦，我事先谂过一下咁啦。死啊，其实应该今日要攞翻啲酒出嚟，我想要攞翻啲酒先。系啦，咁咧，我都琴日咧已经俾大家有着量睇过佢。佢都系因为呢20条问题，佢谂咗好多嘢，系啦。咁咧，我哋可以着量一路做啦，系啦。如果你哋唔喜欢呢个 pattern， 你哋中意，你哋中意直接喺呢度打都可以，咁就唔使咁麻烦又好，系啦。要答几场？系唔好意思，唔记得咗添。好啦，佢话当你回答呢个问题嘅时候咧，请至少咧用一段说话嚟回答啊，而唔系简单嘅一句话。系拎定纸翻嚟出嚟，得冇问题。你可以之后影翻相俾我得，影翻相都得，系啦。Hello， 朱巴生嘅街链，系啦。咁我哋而家逐条做 ，OK？ 系啦，我哋逐条做 ，no pressure，OK？、Okay? 我哋慢慢嚟，我哋乖乖啊，小朋友乖。好啦，我收一收呢个文字先。你已经开始睇到好难啊，系难嘅，所以我会觉得系可以慢慢地一齐做。哇，好大啊！放到，喂，缩细啲先。好啦，嗱，首先第一条问题咧系乜嘢咧？第一条问题系问你边一个喺你生活中重要嘅人？点解？我缩细少少自己先。好啦，我哋睇下呢个可以答字，可以啊，冇问题啊，可以啊。呢条问题系冇嗱，你哋有咩唔明白可以问啦，啱唔啱符合条件可以问啦，但系冇所谓嘅呢个系啦，好啦，好咁咧，同学就答。其实我觉得自己好正常，我唔知啊，即系总之你哋自己谂下先。嗱，魔女咧喺第一下谂啦，哇，啲字灰色嘅喂，俾翻个白色我啊 ，OK， 好。第一件事咧。有咩重要嘅咧？我哋觉得系屋企人同朋友 ，OK， 我自己可以嘅，冇问题，系冇对与错嘅，呢个系你自己嘅嘢嚟嘅，系啦。好，屋企人同朋友，自己好啦。点解？或者你会答你自己系一个重要嘅人？点解？点解？呢个问题问得好。点解啊？因为我会觉得嗱，屋企人先啦，屋企人因为佢系带我嚟呢个世界嘅人啦，系啦，照顾我成长嘅人啦，唔一定答一个嘅，唔一定答一个嘅，系啦，照顾我成长嘅人啦，系啦，朋友就点解啊？我个朋友入面系已经包含伴侣噶啦，系啦，除非我需要好 specific 地列伴侣同朋友分开咯，系啦，点解啊？死啦！其实我已经 list 晒喺我生命中有出现同我会有交集嘅人咯。如果系屋企人同朋友咁样，点解啊？死啦！朋友点解会重要？因为佢哋都系陪伴我嘅人咯。因为佢哋都系陪伴我嘅人咯。系啦，我哋睇下答咗嘅同学仔吓，系啦，答咗嘅同学仔咧系答自己。因为咧要照顾好自己，先可以照顾到其他人，而且咧冇我咧就冇生活，所以我系最紧要。哦，佢又答得几好，都啱嘅。因为如果冇咗自己，咁就所有嘢都不再成立啦，已经。几好，大家又认真地呢个思考问题同谂问题。哎呀！几良好。
搞笑，我的杯呢上面有那些杯盖的嘛，即杯的杯盖是那些胶的杯盖啦。跟住咧，我即系我上面系有只猫猫咁企喺度啦，跟住我只杯咧无啦啦嗰个质咧，即系你知咩杯盖啊嘛，胶质嗰啲咧，直胶嗰啲啦，跟住只猫无啦啦喺个杯嗰度直接飞咗落嚟，即系下面嗰只公仔猫 ，OK， 佢自己顶咗出嚟，点解会咁嘅？应承期啊，头爆个头咁快爆，第一题就同学，同学，同学，你可以一路食一路答，同学，你同学你咁夜食饭嘅，你食宵夜啊，同学。自己，因为如果自己都照顾唔好自己，咁就照顾唔到其他。嗯，啱，啱，系啱，好好，我觉得大家对于呢个自己嘅价值观建立都好良好啊。好，好啦，咁咧，我解啲 hot milk。我哋而家已经进入紧呢个嘅问答嘅环节啦，系啦，我哋呢个预备班咧 ，total 有二十条嘅问题，我哋答咗第一题啦。第一题咧就系问，边一个喺你生活中最重要嘅人？系啦，嗯，庄严出品，品质保证，笑死，佢唔知点样弹出嚟，系啦。系啦，如果系嘅话咧，你可以一路答，一路写啦。你可以写又得啦，你可以打喺 chat 度又得啦，你可以打喺我里 pin 咗楼上嘅嗰个 Google Form 都得。系啦，唔系、哦，我直接你等我一阵啊，我直接将嗰个 Google Form 抌喺庄园啦。系啦，我等一等啊，好。好啦，讲先啦。本堂嘅堂课啊，系啊，如未能啊，在堂上完成啊，请自行啊，请自行填完啊，啊，填完啊，再。交给魔女啊，系啦，好啦，呢度拍运啊，一至五啊，系啦 ，Q 一至 Q 五啊 ，OK， 好，有嘢做紧，晏啲报到 ，OK， 冇问题，我加啲 Jason， 好，好啦。跟住咧，我哋落下一条路喎，好认真啊！好，第二个就系你最想达成嘅梦想系乜嘢？哦，其实上一条路我会觉得大家答得，其实冇啊，头先我讲嘅冇话好唔好啦，但系我会见啊、哦，大家嘅，大家嘅。自我建构得几好，系因为你哋会答自己最紧要。其实你哋答落去咧，我唔知道其实你哋会唔会发现，其实魔女对于自我呢个概念其实好弱。系啊，我系冇乜呢个自我，我唔系话自我认识呢个概念弱，系对于自己或者要保护自己，要令自己生存下去嘅呢个概念，其实我好弱噶咋。系啊，田长方嘅感觉好赤裸。我想讲最赤裸系第二十条。真心，但系对你到时投资第二十条系问咩噶啦？系啊，咁所以就因为咁赤裸，所以先我哋俾个 Google Form 大家吓 ，OK， 唔使乜嘢。嗱，你最想达成嘅梦想系乜嘢？想做喺我 pin 咗喺 chat 嗰度。系啦，我编咗喺 chat 嗰度，跟住我 DC 我都有啦。但系大家真系要记住，系廿条嘅，呢度只系头五条啫。我哋可以慢慢做，我哋可以慢慢做。因为我会觉得呢几条问题系唔可以急噶啊，因为其实佢有 request 嘅，系真系需要一段落嘅文字 instead of 一句咯。系啦，好，我个图咧。吓咩吓吓咩？二财富自由，我一个就算唔紧要。
咁我相信，我相信你系自己有谂完一轮先点讲咧？谂完一堆嘢先抹落去嘅，唔紧要 ，OK？ 财富自由，一个人住，唔需要为衣食住行金钱烦恼，我都觉得开开心心咁，哦，几好喎、啊！好啦，大家都想财富自由，我最想达成嘅梦想系乜嘢？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喺我脑咧度第一下咧谂到嘅嘢咧，我系最想达成梦想，我系帮人，好诡异啊！系啊，不过你点讲咧？我觉得呢样嘢好紧要咯，对于我嚟讲，系啊。这个是我不知道怎样形容、啊、就是我最想做的那样东西。即我知道帮人有很多方面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才是存在的目的，存在的意义。那你做那样东西才有意义。果然我是绿色人仔的理想派，果然我就是那个阿伯，不知道做什么那个阿伯，那个老头子。我不知道梦想转过很多，或者理想的事业转过很多。哦，梦想啊，哦，最想达成的梦想，我想想平平淡淡过一生，但我想想，又好像真的没什么特别强求。死啦！我都仲要打多一句添，点算啊？点算啊？唔紧要，我哋再慢慢嚟，我哋再慢慢嚟。我开开心心咁过每一日。嗱，你会发现咧，魔女开始打嗰啲人，你发现同自己系冇乜关系嘅，系我咁成日爆弹，你哋会 feel 到嘅，你哋会 feel 到嘅。我咁成日爆弹，系啊，完一至五咁，即系三位猫，我哋睇下大家嘅。我知道而家应该有两个人答完啦，系啦，好啦，好梦想呢一格咧，我 Gary Jack Hello， 系啦，梦想呢格有平平稳稳、开开心心、冇病冇痛咁生活落去，系啦，自由嗱呢个第一个答案啦，第二个 answer 系。sorry， 呢个唔系，哦，唔应该咁讲，唔系 answer， 系回复，系啦，回复 ，OK， 我而家多咗一个，系啦，平平稳稳、开开心心、冇病冇痛咁生活落去，系啦，第二个回复系自由无忧地选择点样过活，有余力令身边嘅人可以自由无虑，嗯，哦，想成为呢个嘅音乐家，嗯，我拍咗请你只手。系啦，咁呢个就系梦想。你会见到梦想可能有唔同方面嘅嘢，有自己想做啲乜嘢，有希望帮到其他人嘅嘢，有关于健康嘅，关于心情嘅，咩都有。好好啊，我都答唔到啦，我答唔到啦，我哋落下一题。好，最容易惹你生气嘅人系边个？喺咩情况之下对方会惹你生气？嗱，我话俾你听。这个我是一定答得到的，应该这么说，魔女她很不喜欢哪一type人呢，很不喜欢一些呢自大自满的人，我会见到他们我就很想兜着打回他们下来，是啊，跟着呢他们自大自满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咦，那个字怎么写的，那个踩字怎么写的，踩个踩字点写？唔识写添。踩单车唔系搭单车，嗰、那个系踢，谂唔到。我踩非常良好，系啦，系啦，就系、是、踩低对方抬高自己嘅人。喂，抬高自己啊！冇礼貌、唔道歉、唔尊重，啱嘅，啱嘅，呢啲人都好限制，我想碾死佢，碾死佢，零尊嘅人都系，
咩情况之下会令我感到生气？就系踩低对方咯，即系或者踩低我，然后抬高自己嘅人咯，我就好想打死佢啦，系啊，我就好想打死佢啦。嗱，我哋睇下 access， 点解会要 access 嘅？阿 Jack 点解会 access 嘅？嗯？诶、哎，咁啊，咁等我一阵啊 ，Jack 哥做唔到，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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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李盲。上面啊，呢边呢个系原价埋放完之后，仲觉得自己好聪明，觉得我吓赢佢，咁由佢啦，阴谋论者啊，由佢去放争句我哋。好啦，唔听人讲嘢，净系识做人用人肉录音机，净系识逃避嘅人，嗯，啊，其实我会咁谂啊，唔听人讲嘢，净系识得做用人肉录音机，咁其实。哦，咁佢就佢听啲咩？佢听啲咩？自己犯蠢或者，嗯，跟住或者系表现软弱之后啊，哦，即系你系会嬲自己系咪啊？边个最容易激嬲你？就是、自己啊，放过自己啦，总会有人会有啲蠢人噶嘛，啱唔啱？因为 sorry， 唔系总有啲蠢人，总会有啲。做错嘢嘅时候，唔紧要。The game score is always an improper physical inter。哦，我即系唔识距离感嘅人啦，唔识呢个 personal space 啊。有啲人系咁噶，佢硬系会觉得自己同你好似好熟，然后佢咩咩个，佢会咩都唔听，咩都唔听就由佢啦嘛，放生佢，咩都唔听，咁佢听咩啊？哦、我知道有些人是只听自己想要听的东西，自己想听自己想听的东西，其他人说的全部都不听。虽然人是这样的，我知道人是会想听自己刚刚听的东西，人是会想听一些说一些刚即是简称一个会为奴取暖，为奴取暖是啦。他啊是是啦，为奴取暖，大家最喜欢就是为奴取暖，是不是？是啦，嗯，好啦，有哪一个会成日令你感到被爱？在什么情况之下会令你感到被爱啊？嗱，我觉得这个，我先说完啦，什么情况会感到被爱呢？我会觉得，身边的人啦，身边的人啦，很多的，咁屋企人啦，朋友啦，伴侣啦 ，OK， 身边人啦 ，OK。问问大啲先，我唔明点解一嚟就俾吓死我，我解释下咯。我哋而家做紧呢个嘅20题问题，了解自己啊，系啊，呢个系恋爱预备班要做嘅嘢吓，会放弃去理佢，照顾佢哋。咁系啊，因为其实咧，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条底线嘅，就系、是、当你发现佢唔听你讲嘢，去到某一点嘅时候，咁你不如就放弃佢啦。冇谓令自己咁攰啊，应该咁讲，系攰，系累，系啦，我计啲 rest 啦 ，hello， 系啦，系攰，系累啊，即系你知啦，即系好似你任何人同一句嘢重复不停咁讲嘅时候，其实都好攰噶嘛，系嘛，系啦，冇错，系啦，咁佢哋做啲咩会令我觉得被爱咧？就系记得一啲小细节嘅嘢。我就应该都好开心，譬如点小细节嘅嘢咧，就系、是、可能系啊，佢记得我中意食啲咩啦，或者佢见到有啲咩系我中意嘅，然后会 send 俾我睇啦，咁我就应该好开心噶咯，系我就已经觉得好开心啦。或者系我有一样嘢系我啊，因为嗱，其实我觉得呢一行咧系会 call 翻之前魔女讲过嘅嗰个 love language 嘅。即系五大爱之语，系啦，咁跟住咧，咁所以咧，如果系计净系计伴侣嘅话咧，系伴侣嘅话咧，其实咧 physical touch 咧系会令我觉得被爱嘅，系啦，我哋有呢个 physical touch， 系啦，咁我哋包括呢个嘅
泡泡，泡泡同埋摸头啊！我系可以摸头，我系可以摸头杀嘅人嚟嘅。我 Gary Pancake Hello， 泡泡啦，摸头啦，我都可以嘅，系啦。咁冇记得会唔会啦？唔会啊，唔会啊。我会觉得唔记得嘅话，你一讲完好似唔系添，其实又好似又会嬲喎。我想讲咧，就系之前试过啦。我同一班 friend 咧识咗好耐，我谂都识咗嗰阵时五六啊 ，more than 五六年添咯，可能七八年左右啦。跟住之后咧，去餐厅食饭啦，咁我迟到，咁跟住咧，佢哋咧食剩晒啲白汁长通粉落翻俾我，跟住佢哋食晒个兜肉酱意粉，跟住我真心有少少流，因为我系好想食，我系好想食肉，我系好中意食肉酱意粉嘅人嚟，因为我中意食番茄，我中意食意粉，跟住喺个刻就觉得，呢班人唔了解我，跟住我就会谂啦，点解呢班人会唔了解我咧？点解我识咗咁耐，佢都唔了解我？跟住我再细谂嘅时候，就发觉啊，可能系因为我从来都冇表达过我自己咯，即系我咁样谂嘅，可能系因为我从来都冇同佢哋讲过我中意啲乜嘢咁样咯。跟住嗰阵时谂谂下，就觉得唔紧要啦，算啦，可能系系我冇表达过咯，系啊。朋友喺我失落同情绪唔稳定嘅时候，帮助我冷静落嚟，接住我嘅情绪。哦，你搵到你嘅朋友，你搵到人接住咗你嘅情绪，我觉得好好。不过你身边未有咁样嘅人咯。令我明白，我唔系自己孤单一个。应用系身体接触，系啊。点讲咧？点解我会话冇？我可以接住，中意系要讲出，我好少讲嘅，系啊，未遇到系咪啊？系啊，因为我。一嚟啦，我自己谂法就系我唔想我嘅负面情绪打扰到其他人啦。二嚟系佢哋真系接唔住，我会谂嘅系我太 intense 啦，系我嘅嘢太强啦，咁样我应该系身体接触系咪啊？身体接触系，我觉得大家都唔系，我觉得男仔身体接触高系正常嘅，系大部分可能有机会都好高噶，系啊。我介呢得意猫豆 hello， 系啦。咁我觉得呢题咧，其实佢想你知道对方做啲乜嘢，即系关系到爱之语，就系佢做啲乜嘢会令你觉得开心。你需要了解自己嘅爱之语系乜，因为爱之语其实都几紧要。系啦，跟住你会见到咧，其实魔女对答到最后，我都会觉得落翻自己度啦，就系我会觉得可能系因为我嘅情绪太 intense， 佢哋 carry 唔到咯。佢哋有人会尝试 carry， 点讲咧？有嘅，会有一个咁样嘅 friend 系会尝试 carry， 我会尝试俾佢 carry， 所以我更正，我会尝试俾佢 carry， 但我唔会倒晒所有嘢俾佢，因为我知道佢自己都有情绪。第二个 friend 咧，成日都会同我去玩一个咧，我就知道其实佢完全 carry 唔到嘅，因为佢自己都冇情绪嘅，佢嗰种冇情绪系佢会选择逃避嘅，系啦，咁我就决定 OK， 算啦，冇打扰佢，系啦，咁所以我会觉得呢个系福分福气嚟，你揾到个。你找到个朋友是能够接住到你的情绪，我觉得很犀利的，开心的，是啦。好，那我们落下一题啦。好，下一题，你对自己的身啊 ，sorry， 我们未看回应，我们看第四条的回应先，是啦。好，又有人交了，很犀利，好啦。啊，同我一起住的猫猫嗲你的时候，哦，啲猫猫都是噶，冇情绪，算唔算情商低？呢个问题问得好，我唔知道，我亦都唔够胆尝试去撩佢，因为我觉得呢个系佢咯，就系佢咯，我唔知撩佢之后会有咩后果，我惊我撩完佢之后发现其实佢根本身就冇，所以我唔尝试咁样做，亦都我唔费事打破大家之间呢个叫做吃喝玩乐嘅关系啦，系啦。父母对我好，从来唔讲条件，即系无条件嘅爱你，系啦 ，unconditional love， 系啦。Some teachers they always encourage me and understand my difficulty， 哦，几好喎，你系中意人哋帮助你，服务你，一睇咁样答就已经知大家嘅 love language 系乜嘢，即系唔理对象系边个，你会点样感受到被爱啊？就是无条件地对你好了，就是可能帮你做些什么，就是老师可能会 encourage 你，就是一些鼓励的说话啦，然后明白你的难处，可能会帮你啦，关心啦，就是
有时可能有少少服务性嘅行为又好啦 ，quality of time 啦，时间啦，陪伴啦，有喎、系啦，佢系话会一直关心我咩时候都会陪喺我身边 ，quality of time 陪住你咯，系啊，呢个系好紧要噶。魔女之后应该有机会会重新再讲多次咩系五大嗰个爱之语，系啊，因为嗰阵时又未换麦啦，跟住之后网络又好差啦，咁大家上堂就叻啦，净系睇到转转转啦咁样，系啊，所以我好大机会应该会再讲过，咁到时先再讲，系啦，系啦。好，跟住我哋落下一题啦。下一题咧就系、问边个唔想咁？咩叫唔想咁？唔想乜嘢？每个人咧佢有五个爱之语噶嘛，每个人都唔一样嘅。咁所以咧，佢哋每个人嘅比数都唔一样嘅时候咧，就需要知道系乜嘢咯，留意翻系啦。好啦，跟住佢就问你啦，你对自己嘅身体、情绪、精神、灵性上的感觉如何？我觉得这条问题很难答，我一看的时候我是心想你问什么？什么叫身体的感觉是什么？ 你在说什么？我第一个问题是想问你在说什么？身体，不过身体应该残咯，累，累，我累，我的感觉如何？我只觉得累咯，我最近应该是再休息多一点，因为我开始又系可以进入一个好攰嘅境界，系啦，四个方面都互相影响，即系学习爱惜同欣赏自己嘅身体，保持同追求情绪平衡，以及学习新嘅事物同阅读去满足自己精神同灵性上层面。哦，好好啊！听落佢啲问题全部都答得好长啦，好 detail 啦，咁样系正面嘅，我会话。你睇下魔女嗰啲就唔正面嘅，系啊，我哋答到你身体最近感觉如何？攰，冇病不攰，系啦，情绪系啦，情绪方面，情绪方面嘅感觉系点啊？我想打高低起伏添，高低起伏。魔女情绪唔系好稳定嗰啲人嚟嘅，又未去到好飘忽。我不会突然之间炸开炸毛那些，不会的。同埋我很少炸毛的，是的，我多数是自己默默地屈那些来的，是的，但已经好了好了，是的。同埋即使我高低起伏都好难，我都可以如常生活那些人来的，我不是生活不到的，我不是生存不到那些来的，是的，我不是需要去做其他事情的，感觉我很平淡，表现出来我很平淡的。是啊，因为我不喜欢被人看到我的情绪，特别是、其实有一点位置有点不的，我是有机会连太开心我都不会很想表达出来的，因为我会觉得、我不会表达一些很极端的情绪，不会表达很开心和很不开心，即可能是我的人要表达情绪的问题，是啊，是啊、但我情绪并非长期都平淡的，不是的，是的，我的语气是的，身体不够瞓，情绪一潭死水，精神还好，灵性不知道是什么来的。我乖啲，哈里斯 ，hello， 冇病不攰，是时候踩单车游水。咩啊？点解要做啲咁鬼攰嘅嘢？发生咩事？我乖啲 ，KY，hello， 系啦，精神啊，哇，精神状态。精神？你问紧咩啊？我身体攰啊！咦，咁如果系咁嘅话，系哦，唔好意思，如果系咁嘅，应该系精神攰，系啦，系啦。但咧好多嘢谂，最近唔知点解好多嘢谂。我处于一个一瞓落床我就好多嘢谂，我个头一掂到个枕头咧，灵感大神就开始派稿俾我，我开始怀疑个灵感大神住咗我个枕头入面，你明唔明啊？我就嚟谂住翻箱倒笼睇下佢系咪喺入面，系我每次一瞓落去嘅时候咧，佢就好似嗰张 meme 咁咯，起身谂嘢啦，唔系即系佢咪起身谂嘢，佢哋谂嘢啦咁样，跟住开始派啲画稿俾我啦，派啲 idea 俾我啦，啲即系嚟紧做咩好啊，啲咩 stream 主题啊咁样咯，人都癫，系啦，灵性上啊，灵性上可唔可以答冇改变？可唔可以答冇改变？冇进步，冇进步。其实是应该要要咩噶？你个枕头可以拎去买，但我惊净系对我有用咯，真系好大镬！一瞓落床之后就已经开始谂啦，系啦，
我反而瞓晏觉咧都冇咁多嘢谂，瞓夜晚嗰觉咧先系劲多嘢谂。我觉得一转柜个人就多愁善感，呢个系天气问题，同埋咧诶夜晚个人都会多愁善感啲嘅，系啦，呢个夜晚嘅问题系啦，系夜阑人静自己一个深思嘅时候就会出现问题啦，系啦，灵性上系冇改变同冇进步嘅。我知道咧，我最近系应该咧诶系应该要有进步嘅，但我又忙到唔记得要同人倾偈，系啦，冇错啦，我的感觉就系咁咯。咁即系证明咩？证明睇完之后，我觉得我自己要休息。好，系啦。二至五最易耳目，因为孤独啱啊，笑死。好啦，等我睇下先啊。我铺咗喺灵性系乜嘢？灵性我自己 consider 为信仰上少少嘅嘢啦，或者系我唔识点样形容喎。灵修灵性上啊，呢个问题问得好，有冇人可以帮手解答到？我想答翻嗰个孤独嗰个咧，我前排就睇咗个喺 Twitter 睇咗个，佢话人点解会一到晚上就突然间 emo， 系因为凌晨一点钟至三点钟之间，身体会分泌一种有毒嘅神经 ，sorry， 分泌一种神经毒素叫孤独，系啦，孤独仲耐咗咧，身体咧就会开始咧生出一个莲花，嗰个花叫可怜。好正、啊，我觉得系啊，冇错。我哋又睇下啊，大家嘅答案答咗啲咩先？好咩三十？呢个系咩嚟噶？好啦，睇下大家答咩先。开放接受，然后等待。哦 ，OK， 好啦。精神同灵性好富足，有好多多余嘅情绪喺控制之内，系喺控制之内系好事嚟噶，我觉得。身体好多方面不满啦，客观嚟讲唔算坏，只系咧我唔满足于咧 just being average。哦 ，OK， 咁佢系呢个系呢位同学系对自己有要求嘅同学仔嚟噶，系想挑战自己噶，系啦，我就好低要求嘅啫，我净系 being average， 我已经好开心啦，我唔系 below 就得噶，因为我想讲身体方面我真的对自己冇乜嘢，我唔系冇乜要求，佢行得走得唔会坏就得，因为我身边有啲更加差嘅人啦，系啦。所以呢，因为我身边有啲更加差嘅人，所以魔女觉得自己身体唔差咯，跟住但系咧就其实佢少去差咯，即系点讲咧？我又未去到好似我啲 friend 咁成日病啊，未去到成日都感冒啊，咳啊咁样啦，发烧啊嗰啲咁样啦，又未去到做少少运动就周身骨痛啊，行唔到楼梯啊，气喘嗰啲，未去到咁样啦。但系佢要好咧，又一定唔系好啊，因为佢有时耐不耐，可能天气问题咧，就会有少少皮肤嘅佢一系皮肤复发啦。总之佢系有啲天气一转，佢就皮肤有啲敏感啊咁样啦。跟住咧，有时可能系应该咁讲啊，难怪我声称咧，我身体嘅唔好咧系源于我嘅抵抗力唔好咯，而唔系对于疾病嘅嗰种抵抗力啊，而系我可能会比较容易有皮肤敏感啊，又或者奇里卡啦咁样嘢嗰啲啦，即系可能系粒粒啊嗰啲咁样嘅嘢，系啦，唔知点样形容，系啊，都揾翻医师啦，我唔识啊，系啦，魔女系咪可以俾定我之后嘅题目？你咁心急嘅？你咁心急噶，天生身体差嘅，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你咁心急嘅，等我一阵，虽然我已经系 prepare 咗啦，系啦、啊，分享，等，系啦、啊，咁之后咧嗰、那个咧就系、是、呢度啦，咁咧就系六至十题啦，等我一阵啊。沙特哥讲效率好有效率，我可以 feel 到佢系INTP 嗰啲 friend， 佢唔系，即系佢系 INTP， 即系似 INTP。好啦，咁我而家新咧 pin 出嚟咧，等我阵啊 ，Q 六至 Q 十 ，OK， 好啦，我新 pin 喺上面嗰个咧就 Q 六至 Q 十啦。咁另外咧，我都喺DC 度打多次。系啦，咁就 Q 六到 Q 十啦，系啦，慢慢嚟，我哋系啦，我哋继续再睇埋先。好啦 ，Not feeling well recently, but still surviving. good， 我觉得最叻嘅系已经唔好。Oh my god， 同学，我想讲佢啲问题只会越嚟越深。
同学冷静啊，佢每一题只会越嚟越深。我讲过啦，其实呢个 stream 系一个挂羊头卖狗肉嘅 stream 嚟噶。好，情绪比较唔稳定，其他 OK，OK、OK, OK?。唔会提我都谂起一本书系咪？系好事嚟嘅，情绪同精神起伏比较大，身体非常好，灵性一般，咁都好啊，系好事嚟嘅。系啦，好，身体极需要休息同重置，咁麻烦你呢位同学即刻去休息，即刻去重置。OK， 情绪复杂有一件好重要嘅事影响，嗯，咁如果有心力啦，或者有身体力嘅，就尝试去解决一下啦，再唔系就揾朋友、亲人帮手，灵性无系啦。我见大家其实答得好良好，好乖啊！大家好乖啊，好良好。好啦，咁我哋开始落下一个噶啦噃。嗱，咁摸咗之后一至五题再会翻，我会自己睇啦。你哋要打嘅可以继续打埋佢啦。咁我哋而家落，我哋而家落六至十题，系啦，我自己都窒咗添，系啦。先，好啦，下一个咩人咩事？会令你受到鼓励，受鼓励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什么人或者什么事会令你受到鼓励？我会说，我想说支持，但我想说，有什么是支持呢？有什么受到鼓励呢？赞我咯，赞赞赞，虽然魔女不接受赞赏，但赞赞会令我开心的，这个是真的。什么人啊？我觉得任何赞我的人我已经受到鼓励了， OK？ 是啦。赞我会受到鼓励，鼓励的时候会开心咯，感动。是啦是啦是啦，赞赞，是啦，感动。跟住你说，有什么事受到鼓励？有件譬如书的句子啊，书的句子啊，歌词都会的。热血漫咯，行不行？热血运动番 ，OK 啊，终于有啲杂杂嘅词语出咗嚟啦。啊，热血运动番，热血运动番，所以我好中意跑步，跑步嗰套系你啊嗰叫咩？唔记得咗添。狂风吹拂，因为狂风吹拂，我觉得狂风吹拂系最脚踏实地嘅一套运动。热血漫啊，虽然其实佢有少少唔太，我唔知其实系咪有少少唔太 make sense 咧，就将一队冇可能嘅人跑啦，即系拎佢跑啦，但系都真系好热血嘅。睇你点书，系鸡汤系啦，大家按赞了没有？赞赞，大家揿咗 like 未？咁样系啦，系啦，呢个系会感动嘅，开心嘅，第一下听到魔女话中意跑步的反应，唔系啊，中意睇跑步，唔跑步啊！我咧试过咧，好细个嘅时候咧，即系仲系血气方刚啊，好想要青春嘅时候咧，见到人哋条片跑步，跟住我即刻冲咗落街跑啦。跑完一轮之后，翻屋企呕啊，因为入风，因为跑步嘅时候冇合埋个口，跟住又唔知点样，跑步之前走去饮咗杯奶定唔知点，跟住就呕啦。好正噶，我系一个平时唔做开运动嘅人嚟噶嘛，系啦。笑死，系啦，六啊，俾冇血缘关系嘅人关心同帮助，因为佢哋根本冇必要咁做，所以会觉得好难得，好感动，会觉得咧愿意生存耐啲。哦，都啱嘅，都啱嘅。冇血缘关系嘅人嘅关心同帮助，哦，你好 specific 啊，咁你系OK， 系赞赞，开心感动，系啦。就是这样啊，都挺好挺好挺好。等我想想先，还有些什么呢？鼓励啊，鼓励性的说话。我觉得赞，我鼓励，不知道鼓励我就觉得是 more specific， 是要赞赞咯。这样就是鼓励了。Appreciate your effort， 哦，好好啊，哦。我会觉得看到我的努力是好，我都是这样，是我同意的，看到我的努力， OK， 看到我的努力，题外话，不是怎么说呢，
点讲咧？嗱，应该咁讲，我哋保护证人啦。咁咧，我唔知对于你哋嚟讲会唔会好小事啦。咁咧，因为咧，魔女系一个一抢咧就会好努力啦，好。我系唔系好理自己身体嘅人嚟嘅，其实即系我中意我一坐啦，我就可以唔瞓觉嗰啲嚟嘅，系啦，即系我会无视自己一切嘅生理需求啦，瞓觉同食嘢咁样啦。咁咧，所以咧，我会希望真系能够体谅到外人啦，或者点样嘅人啦，系可以啊。是可以拦住我，应该咁讲，应该系咁讲。我想人拦住我，反而我系想人拦住我，系我拦住我同我讲唔好做咁多，要停咁样啦。咁但系咧，有人即系有身边人咧就唔系好知啦。反而我第一下同佢讲话，哦，我要做啲咩 plan， 有啲咩 plan， 好多嘢嘅时候咧，咁佢就会同我讲，佢话 OK 啊，冇问题啊，你去做啦，俾我睇下你嘅实力去到边啦，咁样。我嗰下即刻嬲咗，我话即刻嬲咗，跟住我同佢讲。点解啊？你而家系咪觉得我做唔到啊？我系啊，我系需要监管。我嗰下顶问，我问佢：你系咪觉得我做唔到啊？点解你咁样同我讲啊？我就同佢讲，我话我要做，我实做到噶。我想你嘅系难，我叫我唔好做，叫我休息。唔使多谢，我成日叫你打机，知唔知？系啦，跟住嗰下嬲咗，跟住之后咧，对方系表示一面黑人问我。我谂住，即系佢嘅理解系觉得你想做，我咪支持你去做咯。我冇谂过你想我拦你喎，咁样咯，系啊，系啦，我唔知呢个系咪我嘅奇怪，我唔知呢个系咪我嘅奇怪，系啦，嗯，冇错，同朋友一齐打波会俾意见同赞赏我，令我觉得努力系有回报嘅，努力系有回报嘅，各位知唔知道啊？各位乖，努力系真系会有回报。魔女系相信。魔女是相信有，魔女是不是运气派，因为我本身我自己没有运气，我也不太相信运气，所以我只相信努力 会有回报咯。不是，应该这么说，我相信其他人有运气，但我相信自己没有运气，所以我需要靠努力。我没有其他人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可以靠努力和运气，但我不可以，应该这么说。渴望被管是不是很癫？我客人问我，我就是那客人问我过题了，是不是？我明白，我明白。即这件事是，我其实我之后反思我都想着，我都几客人问我，但那刻又真的逆了我毛，这样是有点无辜。我有 say sorry 的，我说你下次不要这么说了，我明白，你下次不要这么说了，我有这么说的，是的。好了，跟着我们到下一题了。下一题呢，就是世界上咧，乜嘢嘢对你最重要？我想讲咧，呢一题问题咧，我觉得大家应该答得同第一条系差唔多。我会答人咯。more be specific 系我身边嘅人，系啊。跟住你哋就会开始发现咧，喺呢啲 moment 咧，魔女从来个 term 系唔会出自己噶咯。我是从来都不觉得自己重要，从来都不觉得自己紧要。我是那些如果有什么事我可以牺牲自己去成全大家的话，我是会这样做的人来的。可能运气是存在，但是不知道有多少，所以先假设自己的运气是负数，多了当本。是啊是啊是啊，我都会这样咯。是啊，同埋我会觉得的是那段时有运气不代表现在有咯，就是这么啱这样咯。是啊，我以前呢会有个想法呢，没事是重要，是不是？自己咯。如果我并不存在这个世界上，世界上对我来说没事重要。是啦，没错。我会觉得达到自己紧要的那些人呢，其实个自我个建构很良好。是啊，是因为他们有自我的意识。是啊，魔女从来都没有建构过这件事。我可以达到你很多东西，但不包括自己。即我一定不是最重要的那个咯。系啊，我就一定唔系最重要嗰个啦，咁样系啦，所以我一定系答你，身边嘅人系一定系对我嚟讲系最重要嘅。我以前咧有，即系咧以前咧咪嗰啲校园枪击案咪好多嘅，跟住我有幻想过啊，如果有校园枪击案咧，我就自杀，我就自己举手去做人质咁样，去救大家咁样，笑死！成日惊太自我中心，未啦，有排都未到，你都未见过真系自我中心嗰啲人，死咯！我个杯垫只猫伸唔翻落去添，点算啊？点解会咁噶？佢而家弹出嚟只猫，弹
走埋。佢系咪要报废啦？我个杯子系咪？我个杯盖系咪要讲拜拜啦？趁翻佢添，好系啦，好正噶，系啊！你可以当我系中意病发啦。我成日都会想着同佢死过，系咪？咦，大家都有同一样嘅情景 ，FF 睇过，但真实一定系走咗啦，系嘅，系一定系走咗路先嘅，冇办法，系啊！我试过最近啊。都其实应该是最近，我想最近呢半年之内，真的有又系梦过校园劫案定唔知枪击案咁啦，跟住我系偷偷地喺唔知经厕所定边度溜即系溜咗啦，跟住就走咗去课室唔知边度，跟住再冲出门口咁样啦。系啊，魔女嘅自我意识好薄弱，系啊系啊，好薄弱，以前都系咁，但我觉得过得唔太开心，到我开始重视翻自己嘅时候，我发现开心咗好多，但系我会觉得呢个系要有能力去改，我系其实系有能力去改嘅，但我唔太知点改。其实已经好咗，诶，突然间要同大家讲，其实已经好咗噶啦，大家会唔会安心啲？其实已经好咗噶啦，系啊，系冇英雄嘅狂，只有 FM， 系啦，系啦，得啦，就系咁样啦，就系咁样，系啦。好，我哋又睇下大家嘅回答先，睇下大家嘅回复先。我上一题是什么？我很容易受到鼓励，只要对方认可我，可靠就得。哦，上一题有人答可靠就得了。哦，大家喜欢被依赖，被觉得你是可靠的人，我可以依赖你。OK， 世界上有什么最重要 ？Relationship with people， 运动、家人，然后是自由。哎，这三位同学的回复是我们刚才没有讨论过的东西来的，犀利，即是运动啦，同埋自由啦，是刚才没有讨论过的东西来的。嗯。有趣的是呢，我会觉得的是，你当你见到其他人不同的答案的时候，你就会想一下，哦，究竟这些东西是我刚才没想到啊，是我忽略了啊，定是其实每个人重视的东西都不一样咯。是啊，即所以当其他人跟你说他重视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不要 complain 他。是啊，没错的，这些答案没有对与错，只是帮助你了解你自己。是啊，即当如果有个人啊，突然间出嚟，我唔讲系朋友定系伴侣都好啦。佢突然间去 against 你觉得你重要嘅嘢时候，咁呢你就知道呢个人并唔系适合你嘅人，或者你要追求嘅嗰个人咯。系啊 ，OK， 好啦，跟住落下一题。哦，可能性对你嚟讲系最重要嘅 ，nothing is impossible 咁样。好，下一题，如果能够只能够活一日，你会点过？哇，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想说呢，之前已经有被人问过，即是很久年前的时候已经有被人问过了。我会答他呢，我想我现在的答复跟想当年的答复都是一样的，就是跟家人跟朋友一起过咯。是的，这个是我想做的事，是的，因为都没什么其他嘢可以做啦，咁样即系唔系叫冇乜嘢可以其他做嘅，而系冇乜嘢紧要过呢一样嘢咯。以为你会话你，我未去到狗狗猫猫嗰个程度，系啊，我未去到狗狗猫嘅程度，我都会想见佢哋嘅，系啦，我都会想见佢哋嘅，因为最后啦嘛，系啦，咁所以点都要见下嘅，系啦，俾佢哋见到自己又好，我见到佢哋都好啦。收起猫嗰个系咩歌嚟噶？喂喂喂！哇，系张学友啊！喂，我哋睇睇人哋点答。Hello, meet my friend for a day and go home to have a dinner with my family. 哦，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即系我意思系，就系同我哋谂嘅一样。但系其实我冇 specific 谂究竟要做乜嘢嘅，个内容冇谂嘅。我净系谂住啊，我嗰一日能够见到佢哋就 OK 啦，咁样啦，系啦，系啦。
再睇下其他先。一直运动，做 gym， 晏昼同 friend 出街，夜晚打波。哇，好丰富啊！呢个人呢、这个最后一天嘅安排，见完朋友，做完佢最想做嘅嘢，系啦，佢嘅活动最想做嘅嘢，系啦，咁就 OK 啦。啊，喂，好。跟住呢，同朋友屋企人静静地度过。咩啊？唔认真搭九冲去 KO 林明正，同埋中意佢九公九咩？点解你要？点解你要最后一天咁劳碌？点解你最后一天咁劳碌？嗱，同屋企人静静地过，我有同屋企人讲，如果世界末日，一定要自己屋企人喺埋一齐。嗯 ，OK， 即系你最紧要嘅嘢系屋企人，搵屋企人食饭。哦，大家都系屋企人，倾住朋友，倾电话啦，食完饭想食啲咩啦，咁样都系同屋企人，同埋我要走。嗯，感谢佢哋，哦，好好啊，感谢佢哋，然后我睇佢哋嘅回忆中，睇嚟大家。最后一天的活动过程是差不多的，是的，流程是差不多的，家人，大家都是，大家都是。好，我们来下一个了。什么情况之后会令你感到害怕？我想说你认真，我看完这条问题之后，我在脑袋第一个弹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放我入一班二仔入面，说我系谂完之后呢、這个，但我已经系谂到呢件事。我今天咧就打扮到靓靓，想见者想见嘅人，之后听歌唱歌唱到再唱唔到为止。Last day 都躺平，咁可能本身你已经存在嘅空间已经啊有晒所有你想要嘅嘢啦，咁你就可以躺平啦。可能你见到你嘅屋企人，见到你嘅朋友，系啦。眼睇唔到嘅嘢，你同我唔想同佢哋，好惊佢哋又自己跳舞唱歌，搞佢哋唔掂啊！我唔系，我真系好想讲啊！呢件事系真系，佢一讲完惊咧，放我一班衣仔入面，我真心惊。可能我连你叫我玩，我本身唔惊玩机动游戏嘅，入鬼屋我都冇咁惊。啊，但系咧，呢句嘢咧。魔女是不认真啦，但是我问娜嘉欧的时候，娜嘉欧是答到我一个很认真的问题。她说面对什么情况之下害怕，她面对的情况是她很快已经想到，而面对她的朋友的离开的时候她会害怕。是啦。我反而应该这么说， 我的感觉反而不会害怕，我会伤心，我没有 diss 你啊 Jack。你是 E 仔啊？唔系，我意思我系 E 仔啫嘛，我都冇指定系 ENFP， 系啦，系啊。我会，我唔系惊，我会系伤心多啲咯，惊。我真系谂唔到啲咩惊，但系我系未谂到咯，唔系谂，唔系冇啦，应该咁讲。Making a mistake in a team project， 错都会令我惊嘅，我会惊错嘅，其实我都唔惊错。非常害怕。我想讲自我介绍，要一个人去做手术，即系你想人哋喺门口等你系咪？嗰啲啊嘛，紧张停止唔到咁，不停为不停嘅事情，其实哦，真系系啊呢啲咯，呢啲咯，呢啲咯，我反而系偏紧张呢一题，系啦，即系我同沙拉哥系。在这个题目上是应该是都是 approach 紧张那边就会令我害怕咯，是的。自己迷茫的时候没人可以找，没人可以找的时候可以找你的朋友，再不然你可以找魔女，嘿是的，魔女已经开这个告解服务，是的。从没想过自己最怕什么，应该是令最重要的人失望，或者人生走向衰败。失望，失望我都会怕，我都会惊，但未去到好惊，
我未去到好怕 fulfill 不到其他人的期望或者失望，我未去到。被人无视的时候会好怕，嗯，没人喜欢这个感觉，是啦。害怕伤害到人地同自己的人格被误解的时候，嗯，都是都是。一个人做手术反而试过冇感觉，系咪啊？唔同嘅，我觉得可能系点讲呢，可能就系因为试过，所以你会觉得冇乜感觉，但系未试过嘅人可能就会惊咯，系嗰个恐惧，系啦。好啦，跟住咧，我哋落去啦。如果你觉得流程太慢，你哋可以催一催我嘅。OK， 我哋而家终于做到一半啦。我哋用咗一小时，一小时13分钟啫，都唔系好耐啊，系嘛？好，最第十题啦。如果呢一生只能够完成一件事，呢件系咩事？好癫啊！我想讲，因为我个脑第一件事出嘅系我都系帮人，喺我嚟讲好似冇嘢唔系咁。完成一件事，帮人咯。今日唔系净系做十，你又想啊？做十，但系做晒二十噶，做晒二十噶。同学，你个脑系咪已经攰啦？是不是已经想不到了？环游世界，哦，你又啱喎，环游世界，哦，是哦，我没想过添，打埋袋先。你个脑攰啦，已经，你咁快攰啊，你咁快攰啦，笑死！救命！做手术唔使怕自己一个，有医生同护士陪，系我你又啱，你入到去唔系自己一个噶。你咁快就攰，唔系啊嘛？有冇搞错？好，只能够完成一件事。Love someone， 哇！佢系完全 fall in love with someone 啊！如果能够嘅话，全心全意地去爱一个人，可以一直同 friend 一齐打波，拯救世界，拯救一个人可能比较合理，都好，都好，都好。系啦，咁你拯救嗰个一定系超人，咁然后个超人就可以拯救世界。可以史诗式的洗法，不论是英雄式定搞笑，有趣喎，这个想法。回报父母，哦，好好喎，是回报其他人，好好良好啊。好啦，咁跟住然后接下来咧，我会俾系啦，我会俾接下来咧到11至15呢个题目啦，系啦，笑死。大家有冇谂过咁硬核啊？好啦，我哋到11至15。喂，好啦，跟住我而家又铺喺铺咗 DC 啦，跟住我而家铺翻喺 chat room 呢度啦。11，大家要打，即系未打完可以继续打，系啦，系啊，正咗出去添。Q 十一，Q 十五。哎，搞掂，先好搞掂，跟住咧，等我拼咗先，咁我哋就继续落啦。喂，我想拼喎，喂，你个，哎，搞掂，好，完成，铲咗呢个 ，OK， 好，咁我哋继续落咯，笑死，仲有冇人睇下先，仲有冇人打咧？好啦，大致完成啦。好，我哋继续落啦。跟住你会发现，其实啲问题咧系会有机会越嚟越难啦。有冇叫难嘅？还好啦。好啦，我哋落啦。11，如果有乜嘢会令你感到无聊？有边啲嘢令你感到唔无聊？我会画唔无聊嘅嘢先啦。倾偈，唔无聊嘅嘢系。倾偈，我个聊字喺边啊？倾偈系啦，系啦，无聊嘅嘢，我想讲吹嘘水。我觉得吹嘘水呢样嘢好冇营养，系啊，可唔可以做翻啲有营养嘅嘢？吹嘘水，吹药水添 ，OMG 啊，乱打字，吹嘘水，吹嘘水嘅意思就系嗰啲咧，好冇，你知唔知咩叫嘘水啊？魔女有两个 term 嘅，一个 term 叫虚水，一个 term 叫实水。吹虚水嘅意思就系咧一啲漫无欲的、漫无目的嘅嘢啦，吹完唔知吹咩咁样咯。即系你冇有什么嘢可以得到啊？你唔会点形容啊？
即可能你讲一啲废嘢啦，讲下啲 Twitter 碌到啲咩时事嘅新闻啊 ，Instagram 睇到啲咩嘅诶嗰啲 read 啊嗰啲咁样嘅嘢，叫虚水 ，OK， 歇啦，非休息性啊，非休息性，即系你话同我讲，诶、哎，我真系好攰啊，唔得啦，咁嗰啲麻烦你就歇啦 ，OK， 但系你只系。你已经每一天也在 hea， 每一天都在 hea 的时候，那你 hea 就会很无聊咯，我觉得是啊。不无聊的东西聊天，我简称一句叫催实水，是有内容在里面的，那些叫催实水。如果不是真的教他不行，讲废话，是啊，没错，没有营养的东西。先啊，十成为了女巫，不停研究草药仪式、塔罗牌，然后失去时间概念，转生命。哦，好正啊，好喜欢啊！吹药水会先打咗命啊！时时都叫佢，时时唔叫佢，唔系啊！我讲嗰啲唔系时时，而系讲废话，冇营养嘅系啊！对唔住，废话俾人都嗰啲唔系时时，而系嗰啲叫咩啊 ？Twitter 睇到嗰啲咧。我不知道怎样形容，大家明白我说什么，我不知道怎样形容，因为魔女不是一个催水的人，所以 我解答不到大家。即是可能跟你讲下高登嘢啊，讲下啲地狱 memes 啊，那些搞不定，大佬。听过 XXXX 那些，那些你讲我就会听咯。听过 XXXX， 听过点点点点那些。那些点讲呢？嗱，嗰啲咧，我会两方面咁睇嘅。一，我会觉得系了解多咗个人多啲嘅，双方都系啦吓，即系你讲嗰个人点点点点啦咁样。猫猫就戇鳩，猫猫唔系，猫猫唔系虚水，猫猫系治愈性物质。OK， 戇鳩嘢系。OK， 我会认识到两个人两边嘅啦，即系无论系讲俾我听嗰人听讲点点点啦，另外一个就我会听到嗰个人系点咯。系啦，但系麻烦嗰啲嘢咧需要系真实性啊。OK， 如果如非真实性，然后你净系喺度斋吹俾我听，然后老吹俾我听咧，我听听下就会唔想听咯。系啊，因为呢一样嘢只系你自己嘅立场嘅嘢嚟噶啦嘛，即系你自己吹啲流嘅嘢出嚟啦，然后我就会觉得得啦，都你即系你不停咁同我讲呢样嘢嘅时候，你只系会令到我了解到你呢个人有多么地虚伪 ，instead 我可以了解两个人咯，你明唔明啊？即系你话啊，如果有争执两个人啊，咁你就话，哎，佢咁样对我啊，叽哩咔啦，叽哩咔啦，叽哩啦，跟住另外一边就可能话唔系，明明佢错先，我觉得咁样可以接受嘅，因为我可以听晒两边嘅人讲嘢，我可以理解晒两边嘅人讲咩。但系 instead 如果净系得一边，净系得你自己喺度攻击佢嘅话，咁我就唔使听啦。系啊，我觉得冇用嘅，咁样同我嚟讲系冇用嘅。系啦，大阳明好似几个年轻人摊喺 party room 度讲嘢咁，可能系咯，即系问你沟咗边个女未啊，点啊，嗰啲咁样咯，系啊，大部分嘅嘢我都觉得唔无聊，咁都系好事嚟嘅，系可能系我要求高，可能系我要求高，系啦，仲要揸住罐啤酒讲完，唔知有咩好笑，真系咁笑，呢啲唔系男人嘅乐趣嚟嘅咩？我以为你哋男人系咁添。真啊，系咪啊？系啦，搞唔掂啊！嗰啲搞唔掂啊！系啊，即系点讲咧？八卦嘢，魔女唔系唔想听，但系听太多我就会觉得好啦，够啦，对我认去到我认识呢个人毫无帮助，可以停啦。Hello，Hello， 我翻嚟未 ？Hello，Hello， 我翻嚟未？翻嚟未啊？我翻嚟未啊？我翻嚟未啊？我咪翻咗嚟啦！我想讲我头先，我成部电脑系喐得噶啦，所有嘢都喐得啦，系得 OBS 嗰个频率嗰度零咯，唔知点解做乜嘢？耶，感谢，系啊，即系受到袭击。你做乜攻击我嘅村庄？咁咪攻击我嘅村落？做乜攻击我嘅村落啊？咁样系啊，我唔记得头先自己想讲咩，都唔记得咗自己停咗喺边度。佢突然间冇咗，唔知点解。超有趣，系啦。跟住仲有啲咩我觉得好无聊呢？头先讲紧咩？我其实醒起我有一样嘢要讲噶，但我唔记得咗。
等先啊，无聊嘅等待哦，等待我都会觉得好无聊啊，所以魔女系好唔中意等待，即系譬如我见到啲人排队食食饭咧，咪好长队，我已经觉得咁唔好食呢间啦，好唔好？食第二间啦，好嘛？为没有结果嘅嘢等待，即系你明知做唔到唔得，我唔做啦。无聊系睇书、研究、朋友相处，开心嘅开心嘅，成日讲无聊，我觉得哈里斯讲嗰啲嘢都唔系无聊嘢，有啲人讲嘢可以做无聊。你未见过那些更加无聊的人，你可以见下那些更加无聊的人啊，好无聊啊，虚水，讲紧唔使讲嘢，唔使讲流嘢，流嘢流嘢真系唔使讲，好攰啊！哦，系啊，之前同有人倾偈啦，咁佢就谂住咧，即系佢谂住交代自己嘅过去啦，啊，点解自己会咁样嘅？咁佢就同我讲，啊，你应该咧都听过咧，我之前做过啲咩事或者一啲唔好嘅事啦，咁样啦，跟住摩罗直接同佢讲。冇听过，你想讲嘅可以讲，但我冇听过。我去讲，呢啲正常呢啲咁嘅嘢咧，应该都唔会流入到我耳仔噶啦，咁样啦，系啦，唔想见，系，真系完全冇，系啦，零啊，系，好，我哋睇下有冇人答咗问题先，好，唔紧要，我哋慢慢嚟，好啦，跟住之后咧，我哋下一题。钱对你来讲几重要？钱 ，money money money， 你咪成日谂住钱嗱。我哋好诚实噶，我系一个生活喺呢个社会嘅人嚟噶嘛。系啊，虽然住喺深山，啊，钱咧系好重要噶，我会答你非常重要，系啦。钱啊，冇钱 ，sorry， 钱唔系万能，但系冇钱系万万不能，系啦。我解练啦，加油 ，hello， 我哋做到12啦，已经系啊，几犀利！我哋用咗1小时26分钟做咗12题。钱好紧要噶，我有冇成日谂到钱？冇咯，好锡我嗰啲，所以呢个就可能我发唔到达嘅原因，一定系因为咁我发唔到达，我应该要成日都谂住，我应该要用嗰啲念力去吸引啲钱过嚟，钱啊，十二非常重要，经常每月约4至5万啊。其实我冇谂过每月收入几多，因为对我嚟讲唔系越多越好咩咁样，但我又真系唔知道究竟几多先要够。嗱，如果你一直同屋企人住，你嘅洗费 suppose 就减少咗屋租呢一样嘢啦，即系租屋啦、住屋呢个问题啦。跟住如果你一直都自己一个，咁咪最简单，好简单嘅啫。不过我谂4-5万都真系已经系一个几良好嘅生活收入嚟，应该即使自己出去住都好，仲应该储到钱，仲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是 not luxury 啦，是啦，收入几多先够？这个问题问得几好啊，是啊，钱很重要的，但我又不是成日想钱，哎呀，就够啦，就够啦，所以成日都没钱，是啊，至少衣食无忧先，啱。这个问题问得好，收入几多？可能其实如果我觉得2-3万其实几好 ，sorry 唔系2-3万，4至5万，其实呢个 range 系几好，几良好，我觉得。即系当然你嗱，当然平心而论，你实系越多越好噶。但系你嗰啲都系储起啫嘛，之后然后去就系买，我当你买楼又好，可能买名牌包包又好，即系第二嗰度已经系过咗生活必须噶啦嘛，系啊。咁所以就唔系魔女个要求又未去到净系够生活就可以嘅，系可以有少少嘅闲余钱去做下自己喜欢嘅事嘅，即系可能买下嘢啊，做下啲活动啊，即系嗰啲活动可能系去下旅行啊，参加下啲咩兴趣班啊，而家啲兴趣班好贵噶嘛，我想讲而家啲兴趣班超贵，就咁整嚿咧。整嚿嗰个矿香石咧，都几嚿水嘅。但你知唔知啲矿香石啲原材料系平到喊出嚟嘅？嗰啲蜡烛都系，我话俾你听，嗰啲滴胶、A B 胶嗰啲流质画咧，全部都系。但佢出去一学咧就好贵。哇，真系喊出嚟！我想讲咧，魔女最近有一样嘢好想学啦，但佢个价钱咧贵到我咧。其实入去真的很贵，不过我觉得不值，因为我知道在日本学或者整是不需要那么贵的。出面的人行是啊，对啊，我想去揼那些铁那些额，即是
咧，佢咪会有啲工作坊咧，咪得俾你揼手额嘅。我想去揼啊，但我点样碌极咧，都系600几蚊起跳咯。系啊，跟住我就一直都好却步，因为我知道日本咧，我之前去日本嘅时候咧，有见过啦，但佢净系戒指啫嘛，佢戒指其实都唔使呢个价咯。系啊，即系佢俾你自己揼揼揼揼揼揼揼啫嘛。啱啊，虽然系戒指啦，即系虽然个用铁量系低啲啦吓，咁样系啊，但我真系俾唔到，系咪 sorry 唔系俾唔到，系唔想俾嗰六嚿几去打铁啊？我俾唔到嗰六嚿几去打铁啊！好，我哋睇下啦，我哋有人答完啦。帮唔到人嘅工作会好无聊嗱，呢件事系真嘅，魔女都系抱住呢个咁嘅谂头，所以魔女嘅。目标一直都是要帮人，要帮人，要帮人的阴功，所以就发不到达。突然想想，帮人的功是发不到达的，要啲无情的功才发到达。你好像啲紫色人仔咁，唔好谂点样帮人，要谂点样赚钱。人类只是一个资源嚟嘅，佢应该要为我卖命。我应该要咁谂，我应该咁谂，咁我就发达啦。我应该就好，有好大机会可以发达。好，又完成了 OK， 非常好，好。等下先啦，浪费时间你我觉得无聊，诶，识翻同瞓觉唔会无聊，必须嘅。知识人就系犀利，钱对你嚟讲几重要。系啊，我成家都嫌钱声咁开心，本来我完全唔重要啊，远门对我完全唔重要，但系生活有机会嘅钱钱啦，人尊严啦，人越大觉得钱钱唔知点喷工咁正，我觉得要有 cover 到每嘅开支啊，非常系啱嘅啱。我觉得要储到钱先安心嘅，其实储到钱先安心嘅，系啊。但好多人嘅工都帮唔到人，除咗帮有钱人。过你的人搵更多钱，唉，喊出嚟！我冇咁嘅才能，我冇咁嘅脑，但系咧，我喺几年前已经知道要发达系要做投资嘅工作，系要钱滚钱。只可惜我冇呢个脑，点算啊？呢啲有冇识钱滚钱嘅人啊？有冇识钱滚钱嘅人？告诉我，告诉我有没有钱滚钱的人？来，来告诉我，钱滚钱求帮庄园一臂之力，叮叮，算好重要。帮助吓，庄园庄庄，庄庄庄庄庄庄园啲房房租系咪？我前几年都觉得用钱搵钱，于是冇咗一笔钱。呢啲都系我身边嘅钱滚钱嘅人嘅。遇到的事啊，遇到的事啊，啊，笑死我！我觉得是我不知道算了。但是我想说呢，我先有没讲过运气的，我想说魔女是没有横财运的。怎样呢？就是因为很久之前呢，还是很小的时候呢，新年是玩鱼虾蟹的。魔女是莫名其妙地每一次熬呢，都是总会有一粒是一定是那只东西。我唔记得嗰只咩，可能系鱼啦。我每一粒哦，我都会系鱼。我即使做庄好，我都蚀钱。经过嗰年之后，我就决定我冇玩财运噶啦，我唔会做赌博噶，我唔玩鱼虾蟹添啊，我唔玩鱼虾蟹添啊，我做庄都蚀啊，有咩世界啊？系啦，冇错，就系咁，好癫。好，13，信仰对你。的生命扮演的哪一种角色，你相信有信仰吗？你和他的关系是怎样？信仰扮演的角色是重要咯。我成日都觉得啊，没有信仰就没有魔女的了，是紧扣的，是啊，就没有我的了。喂喂，是啦，没有。冇佢就冇我噶啦，系啊，冇信仰唔系冇佢 ，OK， 佢唔会冇嘅，得我冇噶啫，系啊，就冇我噶啦。我同佢嘅关系如何啊？可唔可以答佢良好啊？哇，良好啩？我单方面觉得良好咯，我单方面有事去揾佢啦。我嘅宗教信仰瞓觉非常良好，态度正确。因为这个宗教它良好之处是可以帮你协调你的身心，保持情绪的稳定。13，支持我生存下去的角色，相信和朋友一样，需要的时候会寻求对方的协助，非常好，我觉得。因为，对，是支持你生存下去的角色，是。
和佢就和我，系啦。哇，感情上倾向相信，无法掌握嘅事就会交俾神，系啊，因为人有佢要做嘅事，点讲呢？人能够完成嘅事好有限，系咁就接交翻上去啦，系啦。无论你系相信神又好，唔信神又好啦，因为你知呢个世界有好多宗教啦，咁可能有有天主教啦、基督教啦、佛教啦，咁奇里卡拉嘅嘢啦，庄园个名唔通系因为做庄就完喊出嚟，突然间觉得痛，我紧想讲，我紧想改名，做庄都完，我都唔明点解我做庄都可以完，因为咩玩法咧？你做庄系会赚噶嘛，我做庄竟然会完，唉，喊出嚟。好，唔相信有神，神当年只系能人嘅能人异士，另外俾我相信命运，系呢个嘅命运学派。Nope, OK, 好，我哋落去落下一题。喂，好啦，请按次序写下三样你感兴趣嘅事。去，三样感兴趣嘅事，画画，做乜嘢鬼？好丑样。我要帽喎、啊，帽啊，透明啊，画画。我想讲帮人，我哋成日都帮人，都唔知帮咩人。唉，点解啲绿色人仔？呢啲就系垃圾嘅绿色人仔，好紧要我觉得。跟住第三样啲咩感兴趣嘅事咧？感兴趣嘅事啊，睇书，好表面喎、啊，啲嘢。好表面喎、啊，点解会咁嘅咧？发生咩事呢？艺术、动物同文化哦，动物都有，系动物都可以，艺术都系，艺术都系嘅，系啦。直分思考，哇、哦，好不得了啊！呢个人，因为佢讲咗最基本嘅嘢同埋最高层次嘅嘢包含晒喺上面，研究神秘学、唱歌、研究人体结构同埋人体结构及性学。早晨啊，香肉鸡呢，我哋而家已经做紧第几条啊？第14条啦，系啦。Practice music instrument, play games and do sport. 哦，几好喎、啊，几好喎、啊。人哋对我嘅睇法，哦，你对哦 ，interesting。系啦，我中意嘅游戏啦、模型啦、动画走向，身边型嘅糖糖。哦，呢个又系一个低血糖嘅小朋友噃，睇嚟。人哋对我嘅睇法，OK， 呢个系你感兴趣嘅事。哦 ，OK， 好，好，非常好。好，我哋又落啦。我测，边个系你最大嘅敌人？佢点样成为你最大嘅敌人？最大嘅敌人，呢个问题又真系问得几良好啊。我想答我最大嘅敌人系自己，得唔得？佢点样成为我最大嘅敌人？佢心情差嘅时候就已经系噶啦。自己就系敌啊！我都系咁话，我自己就系我嘅敌人。自己啊，佢点样成为我嘅敌人啊？佢一出世就系我嘅敌人咯。因为我睇到佢嘅唔好咯，我睇到佢嘅差，我睇到佢嘅差劣啊，我睇到佢差劣啊。系啊，我成日都有句金句噶。但系咧，我成日都有个金句同自己讲噶。你咧就系咩咧？做又做唔好啊，做又做唔到啊，垃圾。自己怕辛苦啦，懒啦，容易攰啦，对人哋唔信任啦，拖延症啦，情绪唔稳定系啱，系啊，完全一样嘛，系啊。自己啊，性格是自己行动的最大障碍，啱，我觉得是啱的，但有得改的，这些大家加油啊。最大的敌人是时间，因为时间最终会令我死亡，那你跑得快一点，或者将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做完你想做的事，是吧？ My past. There may be many mistakes or trouble in the past, but now I'm trying to become a better than the old me and keeping improving. 我会这么说啦，你的过、哦怎么形容呢？我会说呢，
呢件事好难嘅，因为如果你觉得你嘅过去系你最大敌人嘅话，但我会觉得咧，你需要拥抱你嘅过去。原因系因为冇你嘅过去咧，唔会成就今日嘅你。冇一个人咧可以抛弃自己嘅过去而生存落去。所以其实 suppose 你系应该要感激你过去嘅经历，令你成长，先能够换取更好嘅你咯。有时唔系唔想信人，但总系信唔到。咁我会话，我都识得有人系咁。我都暂时未能够找到他那个根源在哪里，但他真的什么人都不信，他连朋友都少信，是的，是的，没错。最重要是开了个头之后他就被人做，哇，厉害喔，这个，这个发言厉害喔，厉害喔，笑死。双面人，以虚假的善良接近，然后背后充满利用，欺诈其他人，在其他人面前贬低其他人，不想被他超越，不会想被他超越。我会觉得这些人呢就由他了，放他一边，不要跟他争。我会觉得因为你跟他竞争的时候，你的心会觉得很辛苦，譬如你有时输了又好，你超赢了他又好，你会很害怕他何时追前，那我不如当你直接当这个人从来都不存在，死掉了，这样就好了，不要加那么多东西，系冇加咁多嘢，由佢放生佢，对自己良好啲。OK， 好啦，跟住之后咧，跟住之后咧，仲有冇人要答问题？冇咧，我哋就落呢个嘅呢个好有指向性啊，系咩？咦，竟然系咁。竟然系咁，我又系咪？我又系咪？我系咪又错过咗啲咩？请问你，我哋系咪又错过咗啲咩？喂，冇嘅，我觉得唔紧要啦。世界上总会啲咁嘅人，每个人生存活喺呢个社会上，总系会有唔一样嘅嘢。咁佢喜欢点样就佢点样做啦，系啦。但系无谓与佢斗争太多，到最后。我明白有时好难嘅，因为有啲人我都会好唔中意，有啲人我都会好猛咯，为嗰啲人而感到好猛。尽量啦。时间咯，我会话唔好咁逼自己急住落放低笔，慢慢啦，系啊。咁先，咦？我头先嗰题系15系咩啊？咁我哋而家去到16啦，19。我想同大家讲咧，20咧。最尾嗰题咧，先系最大家最大镬嗰题，即系大家最大镬嘅意思系，你哋可以思考一下，你哋应该点答最硬核嗰一题。系啦，嗱，我哋嚟最尾嘅五题啦。OK， 咁我又系继续编翻喺先啦。我哋嚟到第16至20题啦。16至20题啦，咁咧我又打翻喺个呢度，我打翻喺呢度，系啦，16至20题，咁我又编翻喺度，系啦，咁啊大家可以继续做啦，咁我哋又一齐继续努力落去做啦，系啦，啲问题打完之后，我之后会再睇，系啦，如果你过去咗嘅话，好啦，我哋落啦，最后啦，好食对你嚟讲有几重要？你系咪成日谂到食？我觉得食对我嚟讲咧。重不重要呢？因为它是维持生命的嘛，哎呀，好像讲到很 sad 咁，食是维持生命的，系啦，食是维持生命的，咁所以你话点都一定重要噶，唔食得唔得？唔得咯，会死嘛，好紧要系咪？你会成日都谂到食？我觉得唔会咯，大家信唔信？大家一定有唔信？我唔系成日谂到食噶，我唔系一个吃货，系啦，我唔会 consider 自己系一个吃货。食是维持生命，这个是什么英星英国星发言？笑死，食只是维持，不过我经常都肚饿，你说得对，是我不会经常想到食，不过我经常都肚饿，为什么？20条又想，这么快飞到20条了？这么快飞到20条了？20条又想过，好，非常好，维持生命，唔会成日都谂到食，唔会咯。但我真系成日都肚饿，我要打饭先。
但我成日都饿，但我成日都饿，系啦。我觉得食咧，而家喺呢个社会度多另一重意义啦，就系、是、Instagramable 啊，系啊，有冇串错字啊？系咪漏咗个 n 啊 ？Instagram 啊 ，IGable，Instagramable， 好似冇啊 ，Instagramable 啊，你都攞嚟打卡噶咋？You are what you eat， 所以咧重要嘅，会成日谂到食，我好享受准备食物同埋烹饪师。诶，我反而调翻，我唔会享受准备食材咯，但我好中意整嘢食咯。其实我有谂过点解我中意整嘢食嘅，中啊就系点冇错，整嘢食嘅原因系因为咧，我好中意睇到对方开心个样，系啊，整嘢食咯。是因为我喜欢看到对方开心的样子，或者对方可能会食完开心啦，跟住可能会赞赞你所以呢我的目标是很想啲嘢食除了是食得落口之外啦，或者其实本身他们都食得落口，讲到好像不食得咁添。另外一样嘢就是我希望他们是 Instagramable， 可以打卡用，系啊，可以打卡用，系啊，所以我希望啲嘢可以靓，系啊。我觉得食物是传递温度，特别是重要的人整嘅嘢食，哦，好好啊，你讲得。系，所以我其中一样嘢我都几想，可以煮嘢食，系啦，系啦，但系魔女而家系唔需要煮嘢食嘅，系唔需要煮嘢食嘅，所以冇呢咁嘅嘢，一齐食嘢系相处嘅时光，呢个好搞笑嘅嘢，我系冇谂过嘅呢件事系，食嘢系相处嘅时光对我嚟讲。即系我明你哋讲咩食嘢相处讲，但系呢一样嘢系 is not a very specific。对我来讲是的，因为对我来讲你说想朋友我们没有一起约去吃饭，我会觉得吃饭不是一个，即是你跟我说哇我们很久没见我们出来吃饭这样，我会说 OK 好啊 good 这样，但对我来讲聊天才是最重要，所以其实你试下约我不出去吃饭，我们只是坐在公园聊天都可以，是的，是的，即是你可以说吃东西只是一个媒介，是的，但是我不会consider一个是最好的媒介，因为现在餐厅又不是任食啦，餐厅又不是任坐啦，好现实啦，开始又谂，又不是任食啦，又不是任坐啦，跟住又不知道去边食啦，咁样咯。将动物权益堂搭吊盐水都可以维持生命之后冇反应，咁你想人哋俾咩反应你？同学，吊盐水都可以，但你冇营养噶嘛？你明唔明啊？系冇营养啊！笑死，点可以咁噶你？喺度坐咗添，系冇营养啊！啲我成日听讲咧，台湾人好似好中意去吊盐水，少少唔舒服就去吊盐水咯，唔知点解。只有脂肪同热量唔会背叛我啊！冇错，我赞成。系，我哋已经 store 啲脂肪喺度，好重要。唔能够正常食嘅人好可怜，翻工时间成日都谂到食，几好。饮一杯，觉得20条唔难啊，几好、啊。但系。你谂到20条嘅时候，有冇种触动嘅感觉啊？系啊，翻工嘅时间通常会谂到食，几好嘅，中意食甜，我都中意食甜品啦、啊。但其实未去到好重要，但我都会中意食甜品咯。即系你话系咸派定系甜派，我系甜派噶咯。即系我一定系 sweet tooth 咁样啦。You hate eating? Why you hate eating? 食嘢系相处嘅，点解你唔中意？点解要 hate eating？ 几好啊，我觉得。唔系几好嘅意思，我觉得这个问题冇见过，我都系甜派。好，跟住我哋落去啦。好，对婚姻嚟讲，你有冇白头到老嘅观念？你对婚姻有冇其他嘅意见？对我嚟讲系有嘅，我觉得系要结婚嘅。系，我觉得衰啲讲句，结婚系一个保障嚟嘅。虽然而家系唔知呢个年代保障到啲乜，但我觉得呢个系个保障嚟嘅。OK。冇，系人都会死噶啦，死咗咩都失得冇意义。人生嘅重点系过程。OK， 冇，从来唔相信婚姻。如果一段感情要靠婚姻嚟维系嘅，表面太薄弱。大陆都系56色加唔同卫生，系咁嘅咩？嗰啲吊盐水咧，咁啊嘛。我成日冇嘢好做，谂呢啲嘢，正。
要结婚，我觉得纯粹系保障嚟嘅啫。同埋我会觉得嘅系拍拖系以结婚为做前提咯，结婚为前提咯，系啊。不怕散拖，我的情感状态和我的精神状态，我的情绪不能够 handle 怕散拖 ，OK， 系唔能够玩玩下，唉。对婚姻有冇其他嘅意见？意见啊？对婚姻有冇意见？暂时未谂到咩意见，我净系唯一嘅意见就系对于大家觉得婚姻系阿 must 咯。我觉得不是一个 must， 你可以接受其他人拍长拖不结婚，同样地亦都不要有这个年龄的观念。有婚姻是一个承诺，决定要跟他做家庭，你的家庭是不是包小朋友还是不包小朋友，是的。It's not a must， 应该这么说，结婚不是一定，即我的意思是不要用其他，不要用你自己的套套到其他人，不要觉得结婚是一定的事。即你有些人呢，三姑六婆呢，哎阿妹猪啊，都年纪这么大了都没有人结婚这样咯。是啊，向大家说我们有 good end， 哦都挺好的。结婚不是一定，不是年龄够就结婚，啊，不是年龄够就结了。咁样系啦，want to get married but don't want to have a kid，OK 嘅 ，OK 嘅，咁每个人中意小朋友又好，唔中意小朋友好，都一样噶嘛，系啦。好，婚姻咧本来就应该白头到老，但系而家时代唔同咗，我觉得婚姻系一个好重嘅承诺，系啱，系一个好重嘅承诺。哦，呢条问题男女会好唔同，都可能系，可能系。不一定要有小朋友，我觉得这个世代不适合生小朋友，其实现在这个世代不适合生小朋友。我希望自己先死，即如果你有另一半的话，是不是？A marriage should last forever. If not, why would I get married first? Good. 挺好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嗯哼，由婚是个承诺，不是坟墓。大家都大家都点讲咧？你知而家呢个社会系谂婚姻唔系必然，我哋可以啊有其他模式噶嘛，系咯。好，下一题。你觉得自己嘅情绪系咪健康？边一个系健康？边一个咧系唔健康？呢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可唔可以答唔健康先啊？唔健康，系啦，因为我都会飘忽不定，我都会受到一啲嘢影响，好易影响噶。我的指标就是我一不吃东西，不吃东西不睡觉，我就知道哦大镬了，这样哪方面健康哪方面健康，全部都不健康，行不行？哪方面健康啊？健康啊，死了，我健康第一刻我想到的是自己承担叫不叫健康，神经周期性不健康，是啊，自己承担叫不叫健康，自己承担叫唔叫健康？我唔烦到人哋，我唔 OK 啊，唔烦到其他人。情睇下健康嘅边缘，识得治疗自己同其他人嘅情绪，但容易受到波动。都啱嘅，好正常嘅，我觉得。特别系嗰啲容易易共感嘅人咧，就会好容易受到他人嘅波动。一定要学习点样去割舍同埋去分离呢件事。唔健康啊，双方都财政自由，有自由地方公民身份，冇精神问题，加引外围般嘅个性格，又生细路，系生细路，唔单止生细路要考牌啊，仲要认证呢个家长嘅。quality 啊，我都冇谂到边个地方而家适合生小朋友。香港就一定唔系啊，香港亚洲，我会觉得亚洲地区都唔系，因为亚洲地区压力好大，学习压力好大个小朋友。我 carry 唔起，即如果某一天突然间佢长大了，然后翻嚟同我讲话，喂，你我细个嘅时候唔俾我学乜，唔俾我学乜，我而家竞争力低喎，咁样。或者你小时候做乜唔报呢班，报呢班，报呢班俾我啊？咁样，
哇，搞唔掂，真系搞唔掂，系啊。跟住之后外国啦，跟住我谂起欺凌问题啦，日本同台湾好严重啦，日本同韩国好严重嘅欺凌问题，系啊。跟住另外就其实外国地区咧，个 SIMS 个学习情况系会好啲嘅 ，but 佢哋之后就会接受一个外国嘅教育咧，就唔会尊师重道咯。呢个又系另一个问题，系啊，所以冇个地方嘅家教，除非。系啊，佢哋系佢哋会有自由嘅 creativity， 但系佢哋唔会有尊师重道嘅概念，佢哋唔会有长辈辈份嘅嗰样嘢咯，系啊。唔健康嘅地方就系有起伏咯，哎、死啦！我咪觉得有起伏都唔啱咧。改善嘅地方啊，有起伏咯，唔好咁易唔开心咯。唔好咁热爱心咯，啊唔系点啊，啊笑死！我咧试过咧，嗰样嘢好奇怪，即系好无谓嘅嘢，好奇怪。但系之后咧，我调节到嘅，但系咧，我真系试过有一晚发梦啦，我一晚发梦，我无端端拿街咗咧。抌咗喺条街度唔理我，跟住自己翻屋企，跟住我荡失路啊咁样啦。跟住我瞓醒之后我就好唔开心，好唔系极度唔系唔知点解，真系好唔开心。即系我明知嗰个系梦啦，系假噶啦，但我都好唔开心。跟我打电话俾佢，跟我打电话俾佢同佢讲，我真系好唔话，我唔系噶，我同佢讲，我话唔系啊 ，sorry， 我唔系打电话俾佢，我直接同佢讲，我而家唔同你讲嘢。我而家唔同你讲嘢，跟住点解？跟住咧又系磨咗一轮啦，之后我先讲话我发梦系点啦。跟住之后佢话吓，咁即系佢话吓啦，觉得好无辜啦，因为佢唔系真系做过啦。但我复述翻成个梦嘅时候咧，我系劲伤心咯，我一路讲一路喊咯。佢系好无奈啦，但系佢要接受。我嗰日唔知点样情绪真系低落到咁样，阿公心谂咩料？唉，救命！系唔知做乜，系唔知嗰日做乜，嗰日心情，嗰日心情差，嗰日真系 emo 底，系啊，有啲人发梦，等于真嘅一样，笑死，系啊，唔知啊，我觉得辈分又唔系咩嘢，人系应该互相包容、尊重，而唔系有 hierarchy 啊。但系咧，当你见完啲死僆仔咧咁样对你嘅时候咧。即系个感觉系佢唔会点讲咧，点形容咧？总之佢哋系唔会放你在眼内嘅咯，系啊，佢哋嗰班人系唔会放你在眼内，佢哋系唔会因为你点样而觉得你讲嘢啱又好，唔啱又好啦。总之嗰种冇礼貌系冇就冇嘅咯，即系串你就系串你噶啦。佢唔会因为你系边个，佢连阿爸阿妈都会串嘅，系啊。佢哋重视嘅就只有个人咯，即系我会觉得哦，你令到我唔开心，咁就系你唔啱咯，咁所以我就话你啦，咁样咯。我都冇尊师重道，唔合理就要 off， 好惊啊！美国太自由啦，家长要教小朋友如何 respect 对方，冇教佢哋冇呢样谂法噶。嗰啲小朋友咪就系唔识尊重人，但通常大大下就会正常，系噶，系咪因为出嚟社会做嘢就会大大下正常翻？我唔知啊呢、這个，系啊，我出嚟大大下就会正常翻，原来系。我明啊，我都有试过发梦见到同自己男朋友行马毡，之后佢抌低我，我瞓醒之后即刻 WhatsApp 佢，之后佢话如果系事实嘅我拖实 ，OK good 啊，你呢个男朋友非常良好，兜得非常快啊，阿公嗰下系啊。我冇做过、啊，喂，阿公话吓我，你发梦喎、啊，阿公话，跟住阿公可以慢慢接受到我啲梦好奇怪，因为我仲有之后仲有继续发啲好奇怪嘅梦啦，跟住我一瞓醒就会同阿公讲，哦，你唔啱，你做错嘢，跟阿公就会话，点啊，你又发咩梦屈我？系，佢直接同我讲，你又发咩梦屈我？你讲，话你又点屈我？你讲嚟听下。跟住我话系你唔啱，跟住佢话你有冇谂过系你唔啱，你屈我，我冇屈你，我个梦就系咁噶。跟住佢话但系个梦系你发嘅，
是你想过关什么事啊？我冇冇，系你妈，笑死！好啦，跟住我哋就睇下啦，都算健康，情绪内耗变少，哇，几好啊！情绪内耗变少，我就好多嘅，系啊，冇办法，唉，喊出嚟，我都谂紧点样可以点样减少，可以更唔在意得失同其他人嘅谂法，嗯，更加忠于自己，好唔健康，身心都系休息，请休息，请同人倾诉。Not good. I can stay normal in front of my parents. Oh, 呢啲系我会叫呢啲做坚强人咯。佢可以 stay normal， 系我都一个系一个坚强人。Cause I don't want them to be worried. 哦、oh, ，我有时都喺我啲 friend 面前系咁样，我就唔同佢哋讲咯。我觉得一嚟佢哋帮唔到我啦，二嚟系唔好令佢哋担心。When I'm alone, I always feel depressed. 唔健康，唔好再留恋佢。嗯，加油啊！加油加油！一般玩乐是健康的，先管理好自己，先介意人哋目光，咁都好嘅。只要处理咗呢件事先，处理到咁就 OK 啦。好，跟住咧再落啦，最后两题啦。你嘅生活中嘅冲突有咩睇法？你常常同亲近嘅人辩论定系争吵？你通常会点样处理？包庇上楼嘅姿势系就系我。我对冲突有咩睇法？其实我唔中意，我唔识处理嘅冲突。或者我不会去处理的，我会逃避的。我逃避的方法就是不处理咯、我会避啦，即系当嗰个人可能嬲啦，咁我就会闪咯，我会走咯，我会等佢自己冷静，系啦。系一个分别蠢人同聪明人嘅决斗，成日因为呢个世界太多蠢人，通常都会讲自己理据先。假如咁样无效嘅话，我就将我嘅不满状况原封不动还翻俾佢。哦，咁样噶。我想讲咧，逃避啦、冲突啦，系咧，之前咧试过，有个人啦，咁例如我哋喺同一个环境入面要处理啲嘢啦，咁样啦，点形容咧？等我谂下先啦。咁咧，嗰个人咧，其实系真系几冇礼貌，佢对住其他人都几冇礼貌嘅，但系对住我系特别有攻击性嘅。原因系咩咧？原因是因为呢有一次呢他做事做得不太好啦，咁呢我就帮忙，我就帮了他啦。咁然后呢，咁我諗住，因为我见他好紧张㗎嘛，咁我就问他啊，你点啊，你 ok 嘛，咁样啦。咁可能他自己想自己酝酿情绪啦，然后又唔知点样，他可能觉得我烦他啊，取笑他哋咁样啦。跟住之后他经过嗰一日啦，即我问完佢啊，你觉得点啊？可能我问咗佢几次咁样啦，佢唔锯啦。咁跟住咧，佢就 dis 我咯。即系佢点样 dis 法咧？系唔打招呼啦，唔讲早晨啦，然后对住你就劲黑面咯，系 not respect 嗰只黑面，系啊，跟住扮透明咯，睇唔到咯。即系除非被逼，一定系要传话嗰只啦。咁佢先会哦，同你讲完嘢之后就冇嘢噶咯，系冇嘢噶咁样咯。跟住之后最好笑嘅系咧，佢系讲话咧，我唔记得佢发现咗啲乜嘢，就话哦，原来你两个一早识嘅嗰啲咁啦。跟住佢讲一句 what a pity 咁咯，定系唔知点样哦，你好可怜定点样咯？哇，嗰下即刻辣咗我，跟住我忍咗佢，我谂我忍咗佢一个礼拜，我唔记得，应该冇两个礼拜咁多啩。跟住我就忍唔住啦，跟住我就开始同一个话到事嘅人讲啦。咁跟住之后点咧？跟住之后嗰个礼拜之后就冇再见到佢啦，因为真系好辛苦啊，对住佢，我唔想噶。我本身系谂住，如果我忍到嘅话，咁咪忍到完咯咁样。但我真忍唔到啊，大佬，佢真系好冇礼貌咧。系啊，咁所以咧，遇到呢啲情况咧，我唔会正面还击咯。即系我知道有啲人可能会同佢拗啦，即系喂你嘅咩态度啊？点解咁咁咁啊？嗰啲咁样啦，但系我唔会，系我唔会。对方永远才是正确，错嘅系我嘥气。我会觉得嘅系你需要知道。条正确线在边咯，即如果对方真系系咁样谂嘅，咁就算啦，由佢啦，冇讲。但如果你觉得对方系，对方系错，自己系啱，但你知佢唔听人讲嘢，咁就都系悭翻啖气啦，系啦，系啦，咁样咯。但如果真系对方踩到上心口嘅，咁就唔好啦，系啦。你可能系个紧张人，觉得对你贪嘅嫌，可能佢真系好唔满意，我可能觉得我烦住佢啩，我唔知。
我遇到啲咁嘅情况，我逃避，我会暴走咯。嗱，系咪咧？我就话我做唔到咯，就系咁，所以我就会逃避咯。遇到呢情况，我就会逃避，我就会走噶咯。我处理唔到，我解决唔到，我会用其他方法解决啦。就系我搵人帮我解决佢，系我搵人帮我解决，系啊，搞唔掂啊嗰个人，我边度即系佢系兼冇礼貌噶咁样咯。啊，跟住譬如如果同屋企人啊或者同亲近嘅人有冲突咧，我会静咯，我好明显噶。我一静就知濑嘢啦，我一不满我就会静咯，跟住或者如果系人哋嬲先咧，谂住准备嘈啦，我就开始静咯。OK， 即系总之人哋喺度呻，我就会听，系，或者人哋开始开火嘅时候，我就话唔系，都唔系咁嘅，咁我真系唔得啊嘛，我真系唔得闲啊嘛，咁样咯，我好声好气噶，系啊，无谓加嘈闭啊，物理解决佢，我都想物理解决佢，唉，救命！要默默远离呢啲人，系啱嘅，系啱。为住自己身心着想，系啊，为住自己社交圈子嘅健康，系应该远离呢啲人嘅。我通常会低声下气，我唔会撇翻佢转头嘅，系啊，因为我唔系好想，我唔系好想有嗰种吵闹嘅感觉，系啊，即系有啲人会影唔顺噶嘛，咁系佢自己攞嚟讲啫嘛，咁样咁佢就会嘈啦、白眼啊、闹人啊咁样，我唔会嘅，我会吞声忍气，过咗就冇事噶啦，咁样。冇谓嘈啦，咁样啦，我系咁样嘅，系啊，我哋去到我哋睇埋人哋点答先啦。我都会嘅，一开始会西面，但如果西面唔好，我都开句波，笑死。西面呢啲嘢要佢要对方情商劲高先会睇到咯，人哋对方唔高嘅话唔会睇到。人哋会问你做咩啊？你做咩唔开心啊？啊都唔会啊，佢问你做咩啊？你点解你咁嘅咁啊？好啦，越嚟越少对重要嘅人多咗包容同理解，天下嘅事唔一定系明得辩，自己对于围内嘅辩论冇乜意义。哦，系啊，我都好少同人辩论。我一嚟我觉得自己唔叻辩论啦，我系会避免斗争嘅人啦，辩论嘅人我会听咯，听系啊，除非真系无可避免地佢谂住捉住我嚟讨论咯，咁我就会开始有少少唔锯啦，咁我就会同佢辩论啦。但我都好温柔噶，即系我嘅温柔系，咁你而家想点啊？咁点解你唔敢谂啊？咁咪咁咯，咁咯。跟住我就咁点解你唔知啊？所以唔好意思。跟住我其实我嗰时极度冷静啦，但我个样已经黑晒咁样咯，西面喎仲要。系啊，跟住好笑啊！笑我有一次咧，唔知点样啦，又系咁样讨论完之后啦，跟住咧，咦？对方已经 feel 到咧，好似唔好对路咁样啦，跟住就问我你点啊？跟住我以为我自己或者佢可能佢好识。阅读呢个表情啦，我问佢咩啊咁样啦，跟住之后佢话：哦，你嬲，我边有嬲啊？佢话你皱眉，你嫌我烦。OK， fine， 冇嘢。我话 OK， fine， 冇嘢。唔重要嘅人点嘈都唔会出格到我，咁系好事嚟嘅，系好事嚟嘅。冷静咗再倾，但语气总系搞唔掂，双方都觉得自己冇错。唉，辩论同争论就系咁啦，咁梗系觉得自己冇错先继续咁样落去噶嘛。冷静再倾是好事嚟嘅，因为一愤怒啦，个脑咧就已经捞唔到嘢，就会出现好伤人嘅说话咯。系好多嘢就喺嬲嘅时候讲完之后，就已经冇再搞唔掂啦，搞唔掂。系啊，讲咗就搞唔掂啦，已经系啦。Usually I will just keep quiet in a conflict and let the other calm themselves down。哇，犀利喎！你由佢自己冷静，佢唔冷静咁点算？唔会，我会接受佢哋嘅意见，因为我之前做咗太多错误嘅选择。OK， 罕见好事，我会将气食咗，然后搞啲事情严重同避免。大部分都系源于双方唔理解、唔尊重。我会经常辩论，但好少冲突。哦，几好喎、啊！你系可以停留喺理性讨论嗰度，系辩论嗰度，通常用尝试理解对方，然后配合对方。好好啊，大家都好啦，我哋到最后一题。最后一题是几硬核的，其实想到的时候是有少少我自己会觉得触动的，就是你希望你最好的朋友在你的丧礼有什么评价。我的评价呢会是好多谢生命中有我，认识到这个人。如果我能够 be more specific 地讲我点样做到呢啲嘢咧，咁系几好嘅，我觉得。之前打哦，因为你之前有试过，所以你就打定咗，系啊。
填完发现自己身心好健全，非常良好啊，好叻啊，好叻啊，好好啊，我觉得抽屉猫系一个自我所有嘢发展得好良好，好了解自己嘅人，系啦。咁你可以进入下一步啦。呢个恋爱预备班有第二堂噶，笑死。系啦，我希望佢哋讲优雅知性又神秘嘅靓女，认识到你系我嘅福气。下世再见，哦，好好啊。好好啊，你不足惜，就得照直，做乜鬼啊？系啦，我觉得都系嘅，呢个都系一个评价。系我会好多谢，系啊，我会即系佢哋会多谢生命中有我，系啦，我冇乜点谂其他嘢，我冇谂过。跟住我哋谂嘅，我希望我可以为佢哋带嚟一点嘅欢乐啦，帮到佢哋啦，即系喺佢哋嘅生命中占一个职位啦，咁样。其实我真系冇乜点谂过呢个问题。但大家阿虚吹虚水系系笑死，阿虚个督仲笑点，救命！其实睇下大家会唔会咁谂。愿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哦 ，OK， 啊，大家会唔会咁感动？觉得你呢生都已经够传奇，几好啊？你觉得你呢生已经够传奇，几良好啊？最中意啲自点讲咧？又唔系自我感觉良好，而系啊，知道自己嘅定位喺边度。喂，搞掂啦喎！搞定，我的猫又塞翻我个杯盖度啦。猫个关键旅游啊，有咩好留念啊？咪就是、因为够传奇，所以咪好留念咯，俾其他人口中咁样讲咯，系咪啊？可唔可以咁讲？好嚟啦，我哋又睇下啦。好，好好嘅人，而我亦知佢一定会咁谂。哦，好好啊，烦啊，有声，笑死。冇最好嘅朋友，就系想自己静静咁走啊！你系唔想劳烦到佢哋定系点 ？Nice friend, funny guy, everything simple， 四不足惜，就得照直，能笑着来，唔会感到失望，系一个好嘅评价，好难忘啊！好好啊，大家嘅答案，我话大家答案都好良好。好啦，我哋呢廿题咧已经完成啦。咁我就反而想问下大家，呢廿题答完，你哋有咩感觉啊？呢廿题问题咧，点解会抽出嚟？俾人话系帮助单身人士寻找适合嘅配偶而用嘅咧，系因为呢一个咧，大家做完啦，都知道佢唔系一份择偶嘅清单。佢只系帮你深入咁样去了解，你认识自己嘅呢份清单，你究竟系一个点样嘅人？你重视乜嘢？你嘅价值观系乜嘢？有啲乜嘢系唔中意嘅？有啲乜嘢系中意嘅？当你了解咗自己嘅时候咧，你就知道自己需要啲乜嘢，适合啲乜嘢，而唔系我喜欢嘅。是大众的目标，需要他靓、好看、身材好、样子甜美的。答完觉得没想象中那么难，那是很好的，很好的，因为你本身已经了解自己。但是我会说有机会，即总之他会令到你想多了，是啦。在列你理想中的伴侣之前，你了解了你自己未先？如果这个问题成日都讲噶啦，
如果你是一个需要倾偈同人有这个的交流的时候，答完是不是听日就有女朋友？我们有很多步 ,ok, 我们还有很多步，我们慢慢来，我们不要心急 ,ok, 欲速则不达 ,ok, 越心急就越找不到 ,ok, 我们慢慢来 ,ok, 这个是预备班，预备班的第一堂 ,ok, 我预预备班应该还有之后几堂的 ,ok, 怎么说呢，忘记自己说什么，其实一直都知道自己要什么，但是很多集又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其实不知道是怎样，是了，没错了。那现在答完之后，你有没有confirm自己其实真的需要什么？那我会承认中间是有不乏位的，是了，很有不乏位，不知道明天就有男朋友，如果明天有男朋友就记得通知我一下 OK。系啦，即系我会觉得一个最简单嘅问题，或者我而家最常遇到，即系咪叫最常遇到嘅，最常听翻嚟嘅嗰样嘢就系、是，你哋接唔接受到唔同伴侣 ？sorry， 我个唔同系唔系 difference 啊，系不和他 ，ok， 唔同你哋嘅伴侣有任何深入嘅交流啊？即我意思是不深入的交流，就是哦，原来我当你们很需要跟人去倾偈，去倾一些深入少少的东西，譬如我当杀德哥是要倾一些神秘学的东西，一些知识上的东西，猫哥可能要倾一些艺术性的东西，哈里斯都是这样，即可能一些你们感兴趣的科目，一些你们想知道的嘢啦，咁样心事又好，点样都好。但系然而，你嘅伴侣系唔能够提供呢一方面嘅，都冇话提供资讯，唔能够与你倾呢一样嘢，你哋 O 唔 OK？ 系啦，接受唔到系咪？系啦，或者有动物朋友都可以，动物朋友你先系领养就得噶啦 ，not OK 系咪啊？系啦，咁我会觉得呢样嘢系你需要自己清楚知道。了解的，因为有些人就会觉得自己可以咯，但是到最后可能出到来发现其实不可以，又或者有些人是他本身需要，但是他伴侣真的提供不到给他的时候，他就会压抑咯，然后可能在其他地方找回这样咯，反而不太想，反而不想太了解，是啦，那这个就是你们每个人的那个选择的倾向又是什么，选择的取向是什么，没啱与错，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每个人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但是不是真的适合你，你有一天会不会觉得太辛苦呢，这样了解到自己太好、哦、我都会有这个情况，我会觉得没有一个人会完全喜欢我，因为我不会将我自己最真的面露出来，因为对方不会包容到，不会接受到咯，是啦，都要看的，都要看的，这个是我有时会向 V 说，但是因为他不知道我说什么但你又不会想有个回复这样，即之前我已经跟 my friend 有讨论过、啊、你知不接受到你的伴侣不是你的灵魂伴侣，即是谈不到计的，我不 OK 呢，这样又或者调回转，如果你和你的伴侣是没有共同的兴趣，你接不接受到呢，譬如你喜欢画画，他喜欢看波，那你想行画展、他只是栽培你行，他真的完全讨论不到有没有东西的，或者你根本完全和他看不到看波，或者你根本不会和他一起看波的， 那你又 OK 呢？我之前都会这样想，但后来我发现天下乌鸦一样行，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接受，其实可能这个世界更加有黑暗的人更加多，是啦，不需要这么执着，是啦，那譬如我们可以着量讲一下啦，刚才做的时候我可能你们会知道什么，就是、啊、譬如他有些问题问你、啊、你生活中什么人是最重要，为什么，或者问你最后那天你会跟什么人一起的时候已经答了你有些什么是最重要，那如果到最后你遇到的一个伴侣跟你说你要跟他们断绝所有关系，那你又 OK 呢？可能他生得很漂亮的，他很多东西都很适合你的条件的，他可能出得厅堂入得厨房的，
系啦，咁但系佢要你同佢选择晒所有关系，咁你 O 唔 OK 咧？冇共同嘅兴趣系 OK 嘅，但一定要精神交流。系啦，你就系好清楚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系啦，或者适合你嘅嘢系乜嘢，系啦。我唔介意冇共同兴趣，但要倾到价值观嘅时候嗰类嘅 deep talk。系啦，冇错啦。咁但系有啲人可能真系同唔到你 deep talk 咁啊，系咪？咁嗰个人就可能你就要排除佢啦，即使可能你好中意佢都好。这个是一个衡量衡权的，sorry， 我想用游戏，但这个不是游戏，是一个过程，是的，是一个衡权的东西。你知道你很难找到一个 100% 和你心入面想要嘅嘢一样嘅时候，咁你就要开始取舍边一啲系核心你需要有嘅条件啦。我真冤就真系有见过噶，我有个 friend 系佢好需要同朋友交流，佢好中意朋友嚟嘅，佢系个 E 仔嚟嘅 ，OK， 佢觉得瞓觉都浪费佢社交时间嘅，但系偏偏佢之前嘅嗰个女朋友就系 cut 晒佢所有嘅社交咯，你唔可以同佢哋一齐，你唔可以同佢哋一齐，你只可以望住我。就是这样了，不说东西或者只是喵喵喵，双方都知道在想什么。哈里斯我有点难，原因是因为我会觉得你需要给个时间去了解你先。如果不说话或者喵喵喵都知道对方这样想，可能你们需要已经相处了至少七年五年，要即长时间的交流。是的。跟着譬如可能问你啊，有些什么人会令到你嬲啊，你接受唔到啊，嗰啲咧其实系话俾你听，有啲咩人你系接受唔到咯，即系你要知道，你一见到呢啲人就好排除啦。即使佢有啲咩，即使佢性格恶劣，但系佢生得好靓都好，你就走啦。OK， 总有啲人系咁噶嘛，唔系，总有啲人系咁噶嘛。佢生得好靓，佢个样简直就系你喜欢嘅个 type， 然而佢嘅性格有点面差劣，你就会觉得唔紧要，我可以走佢。我仲可以就到佢，总有听人会咁谂噶。但系你哋要知道，你哋就到呢一时，就唔到一世噶。人要俾空间另一半，特别二年期过咗，都系嘅，系啦。终于林明晶嗰啲男人咪就系咁，系啦。咁所以你以为佢影多一时，就忍唔到一世噶嘛？咁所以你哋千祈要。即系总之，你知道佢哋踩到呢底线，咁其实嗰人就已经你唔可以考虑佢，你明唔明啊？如果唔系，你只会辛苦系就只有你一个，然后佢到时闹交，你同佢讲，点解你会咁？点解你咁差噶？跟住佢就会同你讲，我一直都系咁，点解你以前就到我，而家做唔到我，你变咗啦？跟住之后个矛头又直指系你啊，系咪？真系唔好啊！跟住，譬如有啲系问你啊，你有冇时候令到你觉得被爱噶？咁其实佢就落翻去 love language 嗰度啦，系咪？咁其实呢个表咧，尽量系话俾你听你嘅价值观系乜嘢。咁你尽量就唔好拣啲同自己价值观唔一样嘅嘢啦，系咪？我嘅推喜欢林明晶，唔紧要，冇冲突嘅，冇冲突嘅，系啦，就系咁啦。前三年是猫，后三年是老虎，喊出来，那都是猫科动物啊，都是猫科动物啊，啱唔啱啊？所以就是说啦，你呢需要清楚了解了自己，认识自己，才可以出发去寻觅你的另外一半。如果不是呢，你找到一个不错的对象，但都不会觉得它是适合的。明白吧，各位？那你的推一定会变了，阴公啊。阴公啊，系啦，冇错啦。唔明林明晶真心红乜，咪靓同埋身材咯。拍戏就一般啦，我谂。咁佢系 QQ 嘅，咁 QQ 叫唔叫 QQ？OK 啦，都 keep 得几好咯，我又觉得。系啦，就系咁啦。哇，今日嗰堂已经两个半钟啦，
overrun 啊 overrun 啊，唔可以上堂上咁耐噶，大家会觉得闷同埋攰噶，大家会觉得闷同攰噶，搞唔掂，搞唔掂，搞唔掂，系啦。好，大班女仔样同身材正，咁佢哋唔系，咁我又唔知道、啊，真系，咁我又冇谂过呢个问题、啊。好，搞定了，我哋完成啦。红收好嗰两嚿钟楼咯，系个即系，而家红嗰啲多数都系咁噶嘛，又身材又样啊，啱唔啱？好，系啦，咁咧呢个咧就系今日要讲嘅恋爱预备班嘅题目啦。我其实我会觉得唔好意思啊，呃咗大家入嚟，然后讨论啲完全与恋爱无关嘅嘢。系啦，完全与恋爱无关嘅嘢，就系唔好意思啊，各位。不过唔紧要啦，不过唔紧要。系啦，仲有啲咩呢？应该冇啦，我觉得好有营养喎，系咪啊？感谢，感谢啊！系啦。就是这样啦，应该都没什么其他东西了，没什么其他，应该没什么其他东西了，完了完了完了，不要上堂开这么久，上堂开这么久 不好啊，是啊，会很闷的，我觉得，是啦，好啦，那我们再令人想参与，感谢，等我看看下一期会是做些什么先，是啦，我们继续会在这个 恋爱预备班，有些什么其他东西可以谈下，再谈下。其实呢啲出面真系收钱俾人查，系咩？我冇收大家钱添。哎呀，我个发达大家有个钱钱啊，我啲钱钱又流失了啊，我啲钱钱啊，笑死！我啲钱钱啊，没有啦，飞走啦。啊，不过而家咩班都有啊，乜班都可以俾你上堂报名。有啲咩認識字？我最近睇到有一個好搞笑 ，IG 嗰啲廣告咧，叫你咩咩幫你睇星盤，睇你同你個仔女夾唔夾喎？即係已經唔係即係睇雙人合盤咯，係睇你點樣教仔喎，睇星盤。我覺得哇，咁樣嘅一條財路都俾嗰人諗到，真係叻。小琪點加咁多係嘛 ？God， 係啦，冇錯啦，就係咁樣啦。唉，咁都俾佢谂到，太良好，我谂唔到，睇嚟我都冇呢个生意嘅头脑，唉，失策失策，好就咁样啦，好啦，咁我哋下堂再见啦，听日冇台系啊，听日朝头早个台 cancel 咗，而家好多噶双人合盘嗰啲系咪啊？我冇谂过子女都可以合盘啊嘛，我谂情侣合盘啫，冇谂过双人合盘都得噶嘛，系咯。好啦，我哋读一读今日有咩人嚟咗呢？嗱，我哋感谢有无新啦、沙洛克啦、Anson 啦、小浩啦、肥林、Emily、Sayo、三海猫、Lolo、Nisu、紫巴沙、Hotomiluku、Jason、Jack 啦、Seka 啦、Red Solar、Pancake、得意猫豆、哈利斯、KY、Nigel、娜加优同埋虚，感谢各位呀，感谢晒，咁我哋。如无意外啊，如无意外应该是星期六夜晚的故事台，是应该是故事台来的了，就不会，就应该没有其他事做的了，我想是啊。虽然最近应该又开始排期，要开始取东西了，不要紧，我们到时再见啦，好啦，拜拜各位。我是 Asmina Sai， 马达斯的 Good Night， have sweet dreams。